各位老师和各位参加者，我们这个讲座呢会在大约一分钟之后呢正式开始。如果呢是登入了之后未改回做中文姓的话呢，请尽早呢是改回中文姓名，以便呢我们同时是去做回个记录的。稍后我们大约等多一阵我们会正式开始的。仲有呢个学海书楼嘅学生，去另一张。嗱，呢个已经我另一张个 mon 整个最大啦，佢原本系咁细。O K， 我如果嚟咗之后，我就想走噶啦，好计嘛。而家就我咁啊。不过我发现咧，已经习惯咗戴口罩讲嘢。哦，系嘛，即系你得闲都要咁咯。好，邱博士可以。喂，开始啦。系啊，系啊。OK， 咁就开始讲啦。好，咁啊 ，OK， 各位老师好，各位同工好啊，咁啊，亦都各位在场嘅同学啦，老师好。咁咧就今日咧就好多谢梁主席啦吓，梁兄咧，严敬卿咧，就邀请咧嚟讲。咁啊，呢个咧题目系好大嘅，我记得开咗啲题目之后咧，我都后悔，因为事实上咧，近代史短嘅系一百年，长嘅可能百几年。咁但係呢度咧係好複雜嘅，包括好多概念啊，好多混雜嘅嘢。咁啊，所以今日嚟講咧，我哋就我採取一個咧係大而化之嘅，即係我哋唔會抽一兩段嚟講，我哋會係整體去講。咁啊，而且咧呢度咧就咁寫咧就係、是、其實係兼容嚟㗎，即係唔係真係要教大家點讀，而係我點樣讀呢樣嘢。咁啊，大家去各自唔同嘅讀法，你哋可以有睇你嘅睇法或者我嘅睇法嘅。咁所以咧今日嘅資料咧係亦都係比較多，亦都係比較雜嘅。希望咧就對無論喺線上或者線下嘅老師們咧係有所呢個裨益嘅嚇。咁啊冇咧就當我聽我講次講座 talk show 啦。簡單好咁啊，簡單介紹自己啦嚇。咁啊，我而家喺中國文化研究院任職嘅。咁啊，我做兩行嘅啫，就係、是、做個傳媒同埋咧就係、是、呢、這個教師嘅。我有一整年嘅時間咧，喺中學咧係任教呢個中史同西史嘅。咁今日嚟講咧，都有我嗰一年嘅中學嘅同學咧嚟聽講座嘅。咁呢度咧係我過去七年嘅一啲作品啦嚇，啲書籍作品。咁啊，你要見到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環繞住香港史嘅。咁啊，其實最初咧，我係研究宋史嘅嚇，即係研究宋代嘅一啲歷史。咁但係後來咧，就因為中華書局邀請咧，所以我就去寫咗本咧係關於香港戰爭嘅史。然後佢覺得咦，都銷量都唔算差喎，咁一發不可收拾咧，就我排山倒海嚟啦。咁啊，事實上咧，喺呢度嚟講咧，就起碼俾我一個學習機會咧，就係、是、可以睇到唔同時間、唔同領域入邊咧一啲香港嘅歷史。咁啊，由此咧係擴闊咗我研究之路嘅。嗱，我哋今日咧講一講咧近代史啊。咁啊，事實上咧，近代史嘅定義係乜嘢咧？嗱，我哋採一個最簡單嘅歐洲嘅定義咧，就通常佢係咁樣分嘅，就係、是。古代中世紀和近代即是三樣中世近代這個是大而廣之的叫歐洲三段論的另一種呢就是近代意思呢就是文藝復興到現在文藝復興到現在就是現在的歷史這個是三段論很大很大的分的歐洲四段論呢就多了一個呢就在中世紀和近代之間多了一個定義就叫近世近世呢其實就指的是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到工業革命之後至今嘅呢段咧，就係呢啲歷史咧就叫近代，而近世咧就十八世紀之前，即係話咧佢以咧係呢個歐洲一個法國大革命作為起點嘅。咁如果我哋細個咧喺香港讀書咧，或者讀西史咧，都會有一本好著名嘅書咧，就係、是、歐洲自從拿破崙開始嚇，即係拿破崙係一個分水嶺，之前同之後咁啊，以法國大革命為分，法國大革命之後咧，直到而家咧就叫近代，即係話喺佢哋嘅分法裏邊咧，近代就係而家去到而家。
中國大陸咧好簡單嘅一個分法嘅啫，就係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就咁啦，就係咁啦，大部分都係咁樣。咁啊，香港點咧？香港點分咧？事實上香港冇認真一個分法嘅。咁啊，有人話當代，有人現代，有人近代，總之混雜嘅分。咁我攞一個學者嘅分法啦嚇，陳明球係陳明球咧，係我以前港大一個老師嚟嘅，香港著名嘅一個咧係研究咧就係東亞史嘅專家啊，陳明球。咁啊，佢在生嘅時候咧寫一篇文章，就係香港歷史與中國近代史的六大關聯咁樣啊。咁即係話佢心目中就有中國近代史嘅概念啦。喺呢個卓見名家入邊咧有即係再講咗一次。佢嘅其中一句説話就係香港自19世紀40年，即係1840年啦，鴉片戰爭啦。在英的殖民管治期至1997年回歸中國之150多年間，咁即係話咧喺個分法入邊咧，佢係一個好籠統嘅分法啦，就將1840去到1997咁樣分法噶啦，啊，即係以佢嘅分法。咁啊，我自己嘅分法咧，我嚟一陣我繼續講落去。我自己嘅近代史故事啦嚇，咁啊我呢個年紀咧就即係香港70後啦，咁啊通常就係讀一啲咧就係我哋叫做教科書。然後外集一啲咧，就係即係可以俾我睇到一啲咧，係一啲學者寫嘅一啲咧比較長篇書，譬如《中國通史》。咁啊，《中國通史》呢本書咧就去唔到咧，係呢個咧係近代嘅嚇，《中國通史》即係傅樂成呢本書係好著名嘅，去唔到近代。咁啊，我自己有幾本書咧，我通常睇嘅嚇。第一個咧就係呢個咧係《中國近代史》嚇。咁啊，呢個咧就係你去了解中國近代最好嘅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因為佢好快同埋好簡約。好簡單，但係好薄嘅一本書，好容易睇呢本書。好啦，跟住咧就係陳旭麗呢本咧係近代社會，即係中國近代中國社會嘅新陳代謝啦。咁啊呢本書咧，如果所有嘅同學咧係高中或者大學咧想睇呢本書，呢本書比呢本書複雜啲嘅，可以睇呢本，可以睇呢本嘅。OK， 可以睇呢本。咁啊呢本書咧係即係讀本嚟嘅，簡亦都係讀本，不過咧。就因為咧，佢係即係內地嘅寫法啦，咁啊同香港好多概念係未必相同嘅。仲有呢本係著名嘅啦，嚇徐宗玉呢本基本上係徐宗玉過身嘅啦，應該嚇，但係咧就佢呢本書係不斷 update 嘅，英文版嚟嘅，後來變成中文版，好厚好厚本書。呢本書係用嚟查嘅啫，佢一直都係我案頭，即係查。一有咩事我唔明，即刻攞嚟查嘅。咁啊，尤其查咩咧？我而家發現咧最容易查咧就係中英對照。因為它英文版嚟噶嘛，咁啊，你可以攞去中英嘅對照。哦，原來呢個係咁譯，因為知道近代咩五三運動啊、五三十運動啊等等等等咧，你個叫法叫咩咧，就靠呢本書去查啦。所以如果嚟講咧，我自己嘅建議咧就係，你真係想啲興趣咧，你睇下《蔣氏》呢本書。如果你係真係覺得想深入去了解到日本書咧，阿陳子呢本書，呢本書就算啦嚇，即係放喺度算啦，就唔需要真係好認真去睇，因為太複雜。講多幾本啦嚇，《地政清》嘅。劍橋中國人晚清史同劍橋中華民國史，咁啊呢本書咧就喺西方角度寫，佢係直情係一種咧係中國係一個中國研究，美國中國研究，咁入邊咧基本上係服務中國政策嘅，因為當時咧係比較親即係共產主義個概念嚇，即係當時嘅美國嘅學者係比較親中共，所以佢哋係喺寫嘅時候咧係第一個版本入邊咧係比較即係比較欣賞呢種社會嘅變革。但去到後期咧，作一啲修改，所以呢本書嘅概念係成日改嚟改去。呢本書就可提可不提，因為點解特登將本書列出嚟咧？兩岸新村中嘅近代史咧，就因為佢哋係難得喺好短暫嘅兩岸和解時期出嘅一本書，一套書，入邊係兩岸近代史都共同承認嘅嘢。呢個好難得嘅，我哋叫公約數啊。即係話你知道近代史就係兩岸殺到飛起咁，係咪？國民黨唔殺到殺到飛起咁，但係佢兩岸共同都即係認同嘅，或者可以接受嘅範圍。咁當然啦，係以中國為即係中國大陸為主嘅嗰度。咁台灣學者係加咗好多落嚟一齊做。咁啊，呢本書絕對係絕響嘅啦。啊，即係兩岸唔會再喺呢、這個有任何喺即係再做啲書咁嘅。台灣學者應該係唔使試翻台灣嘅，係嘛？跟住就係史敬遷、唐德江呢本《追尋現代中國》。晚清70年嘅啊，呢兩個係大家嚟嘅。史敬遷係美國學者入邊一個即係寫近代史大家。不過我嘅評價係《聖靈之下》其實難負嘅作品，可以唔睇啊，唔好睇，亦都係好嗱。講多少少，史敬遷呢本咧更似一個小説。唐德江呢個咧係一種咧佢自己嘅即係真係隨筆嘅隨筆式嘅。
咁如果你係即係得閒啊，唔需要好嚴謹啊去睇咧，你就即係磨下啦嚇。但係如果你想從中得到近代史嘅概念咧，就算啦。好啦，咁啊，胡城呢本咧就係從啱起身到成雲洞區嘅以毛澤東史觀去解讀近代史嚇。咁啊，呢本書咧就好長時期咧喺中國大陸咧係好受歡迎，好主要近代史嘅一個作品。咁啊，當然啦，喺改革開放之後就束之高閣。而家近年又出翻嚟嗱，咁啊，如果你想睇下毛澤東歷史史觀點樣分，然後近代史點睇咧，咁啊可以睇佢。仲有呢堆啦嚇，即係有興趣大家望一望啊嚇。咁啊，好啦。咁啊，事實上咧就因為咧就如果對中學嘅老師嚟講咧，近代史佔嘅部分唔算多啊。咁啊，除非你真係好想係了解一下咧，如果唔係咧，就我就會建議咧頭先個即係最初頭嗰兩三本咧，大家睇完就哦有概念就得啦。咁啊，呢啲咧你就可以再仔細落去望一望咧，如果你對某個朝代有興趣 ，OK， 好。咁啊，最後賣個廣告先啦。我哋中國文化研究院咧就有咩呢個撐起中國文明裏邊咧有圖書近代嘅中英對照啊。咁啊，呢個 OK 嘅，我覺得係，因為佢個信息係好準確嘅，最低限度冇錯先。咁啊，大家有興趣咧就自己即係如果去到真係唔想睇書啦，你就去睇呢個圖書近代啦嚇。圖書近代 OK 嘅，啲圖都比較多。OK， 好，今日先正式再講題啦。我哋今日有五個講題嘅，咁呢五個講題咧，就我希望咧就係能夠講曬。咁我自己預咧，而家答三啦，咁啊預咧大約二十分鐘一個講題完，一個講題完。咁啊第一個就第一個即係我哋即係始終係中學老師啦，我哋都要了解一下咧，即係香港嘅中學嘅，尤其初中嘅關於近代史嘅教材嘅演變啊，你最得閒做。所以呢個咧其實係為今日服務嘅，下將來我哋就會有呢個啦。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近代史最難的地方喺邊度？我哋點解咁難？第三個就係我認為一個主調，即係我條條線係點樣攞條線出嚟。第四個就係我自己嘅分歧，即係究竟我一定係一八四零年開始嘅近代史，一八四零，但係去到幾時結束咧？呢個其實就係我認為近代史個使命喺邊度？因為呢個使命你先至知道咧係呢個完結咗啦，我哋先再新嘅開始啦。然後就近代史意義唔知講唔講得切啦嚇，我希望講得切。OK， 嚟。香港嗱呢兩度咧有兩個課程大綱啦，咁我哋有網上同網即係線下嘅老師啦，咁啊嗱呢個係1970年啊，差唔多我出世之前嘅一段時間嘅一個咧係初中歷史大綱 ，OK， 50年代一個，70年代我攞70年代嗰個，嗱呢個咧就你嗱呢個中一啦，中一第一年，中一嘅第二年，第一年嘅讀啊，你啲對自亂興衰嘅。即係帝王將相嘅家事嚟嘅，嗱呢個係中三嘅，中三嘅 ，OK， 好啦，咁啊第四、第五年喎，如果你再上，我哋有機會有集中。咁啊讀到邊度咧？大家記住一樣嘢，近代史咧就讀到咧就係由呢個中英鴉片戰爭，即係話咧係清代之武功即知個位置，去到中華民國，即係中國對華侵略嘅部分 ，OK， 啊去到呢度嘅，咁呢個係1970年嘅版本，呢個咧係1982年就我讀書嘅年代嘅版本啦。我讀書年代版本，咁啊你就發現咧，佢哋讀嗰邊咧就讀到咧係當代中國之內政與外交。咁啊，當代都記住，我讀書年代從來教唔到呢度嘅，能夠教完鴉片戰爭咧就已經好開心嘅啦。而且記住，我三年嘅初中嘅中國歷史咧，有兩年係體育老師教我嘅，體育老師教我嘅。跟你嚟咗之後就同我講啊，我唔識噶，我係教啦，我都唔想教，我真係咁樣嘅嚇，咁樣啊，所以就。即係你又好想知道我哋初中嘅歷史喺度啊，所以但係唔同咧。如果呢兩個放翻最大唔同咧，其實呢個80年代嘅版本咧係多咗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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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你就會見到咧好多咧係關於中華民族起源、中華民族嘅一啲咧係經歷啊、農業發展等等入邊咧，你就會發現咧，我哋喺1970年嗰個咧就主要係自亂興衰一大堆歷史，所以其實就某程度。你就發現咧，就係即係中國歷史難，即係唔好讀或者唔好玩地方喺邊度咧？就發現就係呢啲。而且中國歷史咧，發現係一個循環嚟嘅。宋代自亂興衰，明代自亂興衰，清代自亂興衰，換曬啲名得噶啦。如果你識答中國歷史嘅題目咧，即係你成績好咧，其實好簡單嘅。你將明清改變，然後佢嘅興盛原因、衰落原因咩原因其實一樣。自亂一定係政即係政治腐敗啦，係嘛？即係民心凋零啦。土地兼并啦，一定系呢堆嘢，一定嘅，所以一定循环，循环再循环再循环再循环。好，讲下少少中国历史科呢科啦，咁啊呢个可能系我嚟之前系做咗一个，我觉得相当比较仔细嘅一个研究。
咁啊，如果嚟講，我會將中國歷史咧，嗱呢個咧係來自 Flora 一本書咧，係2007年嘅。咁啊，講咧就香港中國歷史嗰一個咧 curriculum， 即係嗰個課程咧，係1945年開始，咁啊，但係香港大學出嘅。咁啊，入邊咧就將佢分到三個時期，就係1945到1974。頭先你見到70年到85，然後1974到1997係一個時期。我自己讀嘅就係1974到1997呢個時期。然後就係1997年之後到2005咧，係另一個時期嚟嘅。如果初中嚟講係咁樣分三個時期，入邊有一個説話好重要嘅嚇，我唔講咁多廢話啦。中國歷史科咧最初係喺中文科入邊嘅，中文科入邊咧有中文文學、中國歷史。佢點解後來獨立成科咧？係香港喺教育系統入邊一啲有心人做出嚟嘅，即係令佢獨立成科，而希望咧係香港嘅一啲即係香港人啦。香港的中國人咧係即係唔忘本啊，知道呢樣嘢。咁但係喺呢度嚟講咧，就當然係加咗好多殖民教育嘅概念落去嘅。尤其係1945到1974年係一個好重要嘅版本，因為入邊咧你見我刻咗呢兩個字嘅。大家如果喺網上嘅同工咧會見到咧，用我哋廣東話譯嘅就係非政治化，同埋咧係呢個咧係去處境化。嗱呢度嚟講咧就喺1945到1974年，咁我哋唔好講咁多廢話。有兩個著名的學者啦嚇，咁啊而家後來去咗教院，而家就退休啦。咁啊，佢哋就會講咧，就係東亞區嘅殖民教育嘅時候咧，最重要強調兩個概念嘅。喺英國喺香港一定強調兩個概念嘅。第一個概念咧就係要防下民族主義，即係話香港嘅中國歷史絕對唔能夠養成中國嘅民族主義，如果唔係好大鑊嘅，因為你反我嘛。結果咧有兩個手段，第一個手段咧就叫非政治化。非政治化非政治化咧，其實就係壓抑同埋化解可能挑起民族主義嘅學科。咁入邊咧，其實最簡單最簡單就係你夾硬啲戰爭可言，你唔好變成挑起民族仇恨嗰樣嘢。嗱，中間個道就喺個學科砌啦，所以咧就形成一個咧，我會認為一個咧係不斷自亂輕衰嘅循環嘅。嗱，第二咧就嗱好簡單一樣嘢就係、是、你香港，我最簡單，我香港點嚟㗎？係咪香港點嚟？然後就係點解會係而家冇翻？嗱，呢個最簡單，香港點嚟？即係如果而家嚟講，現代香港或者近即係今日嘅香港出現就係1840年嘅鴉片戰爭，1842年嘅南京條約嘛，係咪恥辱嚟噶嘛？咁即係佢搶嘢噶嘛？但係呢樣嘢就變成一個咩概念咧？如果你睇由細香港讀書，你嘅概念就點嚟咧？就係、是、因為香港本嚟個小漁港，南京條約令到香港開埠變成一個繁榮嘅城市。嗱，呢個係反政治化嘅方法嚟。然後第二種做法就是去處境化，去處境化，即係去處境化咧，其實即係叫分裂處境，即係你嘅成個處境係碎裂嘅，你碎裂嘅。你香港讀歷史、讀文學、讀中文，最簡單嘅嘢就拆開，讀港慶史一大堆全部拆開曬。咁啊，去處境化咧就係特登去破程安排咧，刻意去解構整體性，即係話咧你好簡單嘅就，即係我哋喺香港讀歷史。咁你就會有個整體噶嘛，即係話我哋讀任何，譬如我讀國史都係一個整體個概念。但係香港嘅做法咧係咩咧？就將佢碎裂咗佢。而且你最神奇一樣嘢咧，就係喺時原本讀歷史就已經係長近略遠嘅，但係你要發現咧，香港喺初中讀歷史咧，喺近代史部分咧係草草收場，係極草收場啦。好簡單，佢哋通常係清一段時間，教清開始，清一大段時間。中間就是清衰落的時間，然後去到最後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咧，就草草去民國，去到呢個抗日戰爭，即係話我哋其實個概念係咩？我哋個整體喺度係嘛？咁啊，但係之前中一、中二咧就不斷重複咧，就係嗰個自亂輕衰、自亂輕衰、自亂輕衰，所以呢個咧就叫去處境化、去政治化啊呢樣嘢。最神奇地方喺邊度咧？直到而家呢兩樣嘢都未完全解決啊，都未完全解決嘅。讀歷史都不是一個整體嚟，即係我哋唔係一個整體嘅認識啊。中國民族係乜嘢啊？諸如此類嘅。OK， 咁啊，呢個時間關係我哋唔好講啊。第二即係第二 part 入邊咧，其實就加多咗咧係中華民族一啲歷史啦，一啲即係除咗自亂輕衰之外，交通史啊大堆嘢，咁我唔特別講啦。第三 part 就係呢個回歸之後，呢個係而家嚟講，但我唔可以評論回歸之後嘅政策啦。但係回歸之後咧，其實做咗好多嘗試咧，係對中史係。是一種致命性咁滯嘅，即係譬如話中西史合併啊，譬如中史嘅一種係世界性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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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咁而家走翻轉頭，走翻轉頭。OK，
嗱，時間關係，咁啊，我哋簡單嚟講咧，就係喺五十年代咧，如果分咧，就係佢去到現代，現代就七事變啊，全個抗戰。咁啊，五十年代啱啦，五十年代戰爭嚟，我哋唔夠十年啊嘛，咁啊就分。咁啊，外國史嗱，佢有外國史嘅，就係、是、先史年代咧，去到現代史，咁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嘅。嗱，呢個中西史嘅唔同。去到教學目標嗱，以前教學目標係咁嘅，就係咩？嗱，而家呢個教學可以寫出嚟，一定俾人鬧死。就以前教學目標嚟講，都係學生對中華民族嘅整個認識與愛護，愛你要愛中華民族嘅。第二咧就係、是、啟示學生復興民族途徑同應有嘅努力，哇，係有使命嘅，有愛有使命嘅，唔單止啲。其實呢樣嘢咧，你諗下就係同前目嗰、那個，即、就、係、是、對中華文化、中華民族有一種温情嘅感覺嚟嘛。跟住就係、是。要努力於抗戰建國之大業啊！即係話喺四五十年代咧，香港教學入邊嘅有心人咧，其實佢嘗試係同殖民政策入邊咧去處境化，去呢個政治化係相違抗嘅啊！即係最神奇呢樣嘢，所以你就發現咧，最重要邊個咧？最重要就係個老師啦。個課程係去民族、去處境同埋去呢個政治嘅，但係嗰個課程嘅目的其實係為咗民族同。同民族復興啊嘛，所以個老師好重要嘅。個老師如果有呢個心咧，佢就會即係呢個我哋所謂嘅即係偷龍轉鳳。咁啊，我認為啦嚇，嗰一代應該做到呢樣嘢。好啦，咁啊，後來咧就再遠啲啦嚇，即係英文中學咧就設咗中國文學歷史科啊，英文中學行先嘅。咁啊，後來咧就課程嘅重心咧就係、是、去到四五年嘅現代史。咁啊，依巡咧就係四一年我哋編嘅漢龍綱目啦。咁啊，去到呢個後來變咧，就去到清末嘅，即係都簡單講下教導先。咁去到五三年嘅時候咧，就開始報告書啦，就建議咧就中史科係抽離嘅，即係獨立成科啦。嚴格嚟講就係一九五三年嘅報告書。好啦，咁啊，一九六五年咧就中歷史同中文學分家啦。咁啊，由此咧就香港就得意啦，就係文史哲啊，即係語文、文學同埋歷史係分到家噶啦。嚇，咁啊開始又慢慢獨立成科啦。咁啊，課程編排咧就係、是、去到清末嘅，然後咧就課程內容啦，以前咁勁噶，我都覺得嚇、啊、真係好犀利。嗱，如果你咁寫咧，而家咧教育局一定甩到你。時間之演變，空間之變遷，人物之關係，史事之影響啊，即係呢個係傳統讀史嘅方法嚟嘅，即係我哋嘅空間啦嚇。咁 啊成為咗咧大學入學史咧一個課程綱要相同，因為大學中即係我哋以前係瞄住香港大學，因為嗰陣時冇中大啊，瞄住香港大學。嗰、那個入學嘅要求去改我哋考試嘅嘛 ？OK， 嗱，咁頭先你見過呢個啦，就係、是、形成咗第一個咧，係課程嘅真係嚴格嚟講，香港中史科第一個實實在在有課程有內容要教乜嘢就係呢個啦，就頭先你睇緊呢個。咁啊，中國歷史課程當然建議佢建議咧，咪教呢堆咁嘅嘢啊。咁啊，你就發現咧，其實都好犀利嘅，即係都係好廣博嘅。咁啊，結果咧，我嘅老師就唔係用呢個啦，我老師係八十年代嗰、那個。咁啊，呢度咧其實咧對中史嚟講咧，你可以係一種換教形式嘅跳，即係跳教，亦都可以深入淺出講，因為其實難度相當之高。入邊去到第三年啦，我哋主要留意近代教咩，就去到清代武功啦嚇，跟住一路落落去咧就係、是、民國日本對華侵略抗日戰爭，即係話以當時咧七零年個課綱咧係指嘅現代史咧，就去到一九四五年就停啦。啊，可以睇呢個係啦，冇錯。咁啊，七零年嘅時候咧，就其實我而家都係呢樣嘢，就係以時代咧頭嚟講，以史事為位嘅，即係時同事啦，作咧一個通史式嘅篇。嗱，大家記住啦，再講多少少咧，就係我哋中國傳統上咧係有紀傳體嘅，有紀事本末嘅。咁呢個係天年式嘅，得唔得？天年式嘅。咁啊，當然啦，天年式得嚟，佢又有紀事本末形式嘅，即係相互之間有個對照嘅。咁啊，學生咧就要每個朝代重點史之後學習重點啦。有關文史嘅文化史嘅課題咧，喺會出現嘅，即係會略略講啲文化史啊，即係譬如話，漢代嘅人嘅一啲飲食啊、衣著啊，但係就睇個老師嘅能力，個老師好強大嘅時候咧，就講多啲；個老師唔識嘅咧，譬如體育老師咁，咁佢就歷朝嘅體育嘅現況啦，係咪？佢講呢啲啦。好啦，咁啊課程咧就係、是、螺旋式嘅，就咩意思咧？就係、是、中一至中三教一次，中四、中五再教多次，螺旋式噶嘛，中六至中七又教多次。螺旋式嘅嘛，不斷螺旋啦，每次加啲嘛，即係我最近都係安排啲課程嘅基礎單就係 A、B、C 加一次，深入單就係強烈加深認識 A、B、C， 再高級單就係非常強烈認識 A、B、C， 不斷螺旋式嘅。
咁好啦，咁啊呢個就七五年就開始有新嘢啦，就出現咗咧就係、是、七五年嗰個咧臨時嘅課程嘅課綱嚇，因為要對應咧就係、是、即係當時咧六十年代咧呢、這個六七暴動啊等等啦，大堆嘢之後咧，香港比較強烈開始嘅一種咧係尤其係文革之前後啦，嗰種民族主義啦。咁入邊咧就會再講多少少啦，你就會發現咧。入面講到清的時候咧，呢啲嘢就開始咧就跨越咗咧係1942去到49年嘅，你記得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立。但係記住呢樣嘢最得閒就係我嘅經歷嚟講，係從來冇教過嘅，係從來冇教過嘅，即係初中係從來冇教過。我哋只係去到咧，即係能夠快咧就係抗日戰爭。所以我記得抗日戰爭都冇教完嘅，都係去到呢度停咗。咁但係你記住咧，入面已經多咗咧就係、是。那個近代史的定義已經拉到去1949年，就是跟45年不同。好了，75年呢有82年的方剛才講了，就是剛才你看到的方剛，那你看到呢就是當代中國之外交內政，那這個其實很虛，寫得很虛，因為事實上大家留意年份80年代香港回歸了，開始講回歸的問題，那這個其實是一個你又不能夠不講它，因為你都需要講一下現在中國發生什麼事。但同一時間咧，由於咧亦都係好敏感嘅嚇，即係所以咧就一得大過。咁啊，我係用呢個課題，我哋讀書係呢個課題，呢、這個課工，結果咧就只能夠去到咧係呢個甲午戰爭，去到這個呢個咧係抗日戰爭。咁教育目的唔同啦嚇，咁入邊咧你又知道教育目的咧，其實已經抽離咗咧係少少咧愛護啦、復興啊。佢入邊講咧就係個人嘅團結啦、文化傳統咧維繫民族心歷史守目的嗱，首先引導學生認識中國古文化傳統及生活瞭解，引導認識愛係冇咗嘅，係嘛？即係我認識呢個女士同愛呢個女士兩件事嚟噶嘛，係嘛？咁啊，入邊講都認識嘅分析能力，大家會留意到咧，而家中學老師咧見到咩分析能力啊、融通能力啊呢啲，其實喺呢啲有時候已經初見端倪嘅啦，你見到啲。品德情義喺度啦，你哋而家啲嘢其實好簡單嘅咋，我哋你就發現啦，香港所有呢啲文件咧越嚟越複雜的地方咧，其實係將你原來嘅情感一分為十嘅，愛護一種情感啊嘛，然後將愛護情感變成咩品德情操啊，大堆堆嘅，就係咁啫嘛。你其實將原來炒埋一碟嘅嘢就分翻散啫嘛，其實都係咁。OK， 咁啊，97年到而家嘅課綱係咁嘅樣嘅，咁啊，大家見到咧就係呢、這個中國三年班咧就係、是、中國。話人民共和國內政同外交，咁啊呢個課綱喺呢課綱度調整去。我覺得最大調整咧，我有好多年，即係後來我教中即係中國中史嘅時候咧，我打開嚟睇到嚇咗大跳，因為入邊咧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內政同外交咧，基本上內政咧係血淚彈彈，嗱我血淚彈彈啊！哎呀，你見到多啲人真係覺得真係想死嘅你啊！咁啊，你而家好似調整到，因為我而家都未打開嚟睇。OK。好，咁我哋有了解啦嚇，咁啊講個近代史嘅難點先啦。近代史難點啊最簡單啦，我將佢分到四個方案，第一個概念，第二個係情感，第三個就係香港最大禍嘅地方立場，第四個就係範疇。OK， 第四就係範疇。第一個係概念啦。嗱，在座各位，在座各位都係現代人嚟嘅。我哋用咗手提電話咧，或者係叫 smartphone 咧，就差唔多超過咧係2007年對家，差唔多五六年嘅啫。但我哋已經想像唔到咧，冇數碼即係冇呢個 smartphone 之前嘅世界咁滯。我哋甚至想像唔到咧，冇互聯網之前世界，但係我哋係咁過嚟噶嘛。好啦，結果咧，我哋就會出現一個情況係咩咧？就係、是、古今概念大混雜。嗱，我攞個最簡單出嚟就係、是、版圖啦，版圖。嗱，我攞中文文化研究入邊咧一個咧。漢代版圖咪好興奮啊！見到哇，勁到咧！哇，去到呢個今日嘅俄羅斯嘅成個西伯利亞咁滯啊，中西伯利亞攞埋呢個咧就係、是、貝加爾湖噶啦，係嘛？跟住呢邊咧去到今日嘅哈薩克噶啦，哇！仲有喎、哦，北朝鮮都係你嘅喎、哦。再如果你睇埋呢個漢初咧，攞埋呢個安南，即係今日嘅越南，係咪好興奮？你見到呢、這個？你 sorry 喎，呢個係唐朝版圖啊，唐朝版圖。唐朝版圖，哇！真係興奮到咧，直情殺到今日嘅中亞，中亞五個翻我哋。你大家知啦，其實今日即係李白係中亞世界咁啊，開業成著係咯。但事實上呢個係假噶嘛？咩意思？呢個其實是個勢力範圍，佢冇劃定嘅。唐朝嘅明，唐朝嘅某一年係咁嘅樣，第二年已經唔係咁嘅樣啦。
这个某程度是一种意淫来的，现代人的意淫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为呢是曾经去到这里，跟今天的版图概念是两件事的，完全两件事的。即是说我们很容易呢是将今天的概念、国家、民族、文化是代入去以前，但以前其实没有这件事。譬如说岳飞，岳飞其实为君主而死的嘛，他不是为宋这件事的嘛，即是他不是 为一个朝代，他是为君主。这种概念是跟现在完全不同的嘛。即是我们今天见到岳飞什么精忠报国很兴奋，但他事实上是事主的，他不是为了一个整个国的概念的。这个是清的版图，哎呀开心到了。清的版图你看到你画完的这个绘宝都是属于清的。那你看到我们就伤心流泪的嘛，是不是？即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些忽嘛。但是我只是跟你讲，这个财富其实不是属于你的。你不要想着你以前即是白耶的年度很多钱，因为个版图未画清楚的。真正啊，我们这个呢是比较简易的版图。这个是我在维基拿来的版图，大家就发现一个，其实一个这张版图我反而觉得是一个比较强的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清这个政权是什么政权呢？其实它是一个满蒙藏贵族结盟的一个政权，然后统治汉族。如果这样分的，即是说呢，我们今天讲的西藏和清讲的西藏是不同的。清代是没有管治西藏的，清代是没有管治西藏，清代西藏是自治的，禁制的，蒙古地带都是的，满洲，即是这些今天的，即是说呢，我们的概念呢，你就要记住一件事呢，就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统治呢，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如果你这样的概念，所以说呢，最难近代史最难其中一点就是概念，就是我们将现代很多概念跌在前代到乱七八糟。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一定不会错，这个来自中国政府网，一定不会错。那么这里来讲呢，就这个真是正正式式的版图。因为除了塞印度这一part之外，其他的六界已经画好了。那这个真的就叫做版图，即是这块地，即是这些钱真的是你的了。你那些其实是想象的而已。这些是。第二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叫同事画了一幅图。这个图呢就是近代的比较，但事实上我们想想其实很难比较，因为为什么呢？这里发现这里是将东亚、西亚和欧洲三大主要文明拿出来，在公元900年去到公元2000年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比较。那这里面呢就会见到一大堆概念是什么呢？譬如说同一年代的清、奥图曼帝国、波旁王国和西班牙帝国其实是同不同的东西，他们以不同的原则去生存的。你亦都會見到咧，就係中間嗱，我呢個幅圖好處嘅，你見到我又達文西呢個時代嘅，哦，乾隆同拿破崙就好隔得好近嘅咯。但係你就會發現咧，喺近代嘅了解嚟講，最難的地方，近代係有一個咧，係我哋叫做前現代去到現代嘅過程。中間我哋最麻煩就係我哋用咗現代概念去睇翻佢，咁啊就好大鑊。所以你就會形成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就係喺近代呢條線入邊咧，佢係混雜咗。一個傳統的政權、西化的政權，極多的概念參在一碟。嗱，最簡單一個問題，尼布楚條約。嗱，呢個係雍正，呢個係康熙。康熙喺康熙強大嘅年代簽訂咗尼布楚條約。呢、這個尼布楚條約咧，可以話咧係即係。中國在東面東北面劃界一個其中一條真正的條約，即是一條比較準確的條約去劃界。那你又見到很有趣，網上或者是史書呢，一定有兩種概念，就是尼布楚條約是誰得利呢？在中國的書裡面大部分都是失利的，但你又想到康熙這麼強大怎麼會失利呢？然後在俄羅斯的著作裡面很多時候說尼布楚條約是他失利的，他說他失利他失利，那一定有人失利的，是不是？即是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呢，我今天没时间去详尽讲，但是最简单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现代的概念来讲呢，我们会觉得尼布楚条约我们没有了一些土地，结果我们失利。但是正正是一个问题，就是土地不是你的，是谁的。OK，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空间，一个灰色地带，大家争完之后画条线，那大家都赚的嘛，其实或者大家都蚀的嘛，是不是？那没有说谁得谁失的嘛。OK，
那第二个就是情感了，你要见到很多这些情感，因为呢近来是同我很近，和我非常近。我自己在做这个即香港呢老兵的历史，即香港东方中队也好，个人党老兵的历史也好，都会是一种呢他们讲到去日本啊，讲到近代都是声嘶力竭，然后含泪呢就是很好做。你会见到这件事，直到现在这一刻我都从来没有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相信我都不会再去。我去过这个731，我去到918，南京叫我几次去，即是我去参观，经过我都是去，因为实在太不舒服。情感，情感的东西，情感。尤其呢如果是非即是现在的记载呢，就是整个二战我们大约3000万人到。3000万人什么概念呢，你就知道真的有，譬如这些照片，这些照片，徐忠谋图书馆拿下来，这些照片，很多这些照片，即是这个是刺杀的一刻，即是任如玉的一刻，那这个情感，情感。我们读书的年代呢，我中二那一年呢就是一个中史老师教，我真是顺中史老师教。他又不知道为什么本来应该教的是宋代那些，他突然间讲到近代，然后讲到呢喊。他说就是他很激动的那喊，即是要我们这一代一定要攞返返来啊，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即是很大的情感，情感交接下去。譬如这个是1200淞沪战役的电影。即是漢奸有樣睇喎，你知啦，這個瘦瘦地就是漢奸，真係漢奸，即係典型嗰種，即係呢啲。由此形成我哋對現代史嘅判斷咧，係好大問題。尤其係中學嘅老師，OK 係好多即係喺香港，譬如最簡單一樣嘢，簡體字，簡體字一種情感嘅立場嚟噶嘛，簡體字。簡體字，譬如這個是義啦、親啦，我想問大家的問題，簡體字的目的是什麼？我看到你好像想睡了，好像你眼神都就是不行了。簡體字的目的是什麼？容易一些，容易一些學。OK， 好，錯。簡體字的目的是什麼？簡體字的目的是什麼？或者簡化字的目的，我不敢問你。有試下方便溝通，方便溝通。聊天室有老師說普及教育改善識字率，提高識字位方便生活，全部都錯。全部都錯。國民認同，全部都錯。這個是最麻煩的地方，原來就是我們已經忘記了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你想想改簡體字的是什麼人，就是那些寫中國幾千年文字的人，那些人愿意放弃他写了几十年的得着，用一种新的文字，一定有一种更超大的力量去推行他的嘛。文字改变简化是近代东亚的一个进程来的。其实不止我们的，你留意一下，朝鲜族，朝鲜族以前写汉字的，越南族以前写汉字的，日本人70%以上汉字来的，为什么不写汉字？會不會是想跟其他以前已經學了原本漢字的人區分出來？那又不會，又不是未知音衰的，即是好像分了手之後跟你永遠不相見。我想說一件事，簡體字是改變的 step one 一步，第二步是什麼？簡體字是它第一個進程來的，它未完的，它本來要走第二個進程的。漢字拉丁化嘛，它目標就是漢字拉丁化，因为很简单，全世界强大民族都拉丁民族来，都拼音文字来的嘛。你弱鸡因为你汉字嘛。简体是首先将简化再拉丁嘛。这个是整个文字由清末以来，其实不是中共开始改，是即是中共强大所以才改到。清末以来整个文字改革的进程就是最后是拉丁化。汉字太复杂，汉字学的人太少，將它簡化，再最後拉丁化。由於漢字呢，因為太多同音字，最後拉丁不到啫嘛。但係而家又得喎，而家因為輸入法又拉丁到，所以好神奇啊！即係話咧，你要記住一樣咧，就唔單止我哋改到嘅。你見到而家咧，好似咧韓國嗰啲咧，好似啲咩魚蛋嗰啲字咧，其實佢都係拼音文字。韓國嘅拼音文字乜？越南嘅不朗頓拉嗰啲全部都係拼音文字咗啦，拼音咗嘅嚟嘅。只不過因為我哋嘅文化傳統太深，
我哋去到中途做做唔到，走唔到落去，反而咁樣咧係走出生天嚟，咁咪好大鑊。我哋喺諗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必須要諗幾樣嘢嘅。第一個問題就點解要咁做？如果係為咗大部分人讀書溝通容易咧，咁我都覺得唔簡體都得噶，咁啊，呢個講唔通嘅。第二種講法就係話咧，漢字簡化咗之後學習比較容易嘅，相對係。但問題就係，如果你要所有人去認識咧，其實一個好強大嗰個咧基礎教育系統，而喺清末到到民國期間係冇嘅，所以冇乜意思嘅。第二就係點解能夠做到咁啊？即係因為強大咁，後來由晚清開始，直到近代，去到中華民國嗰五十年代先做到噶嘛。最後就結果啦嚇，結果見仁見智啦，見仁見智。不過有個樣嘢，我由細到大都信，我而家唔信嘅，就係、是。嗰陣時我老師同我講，因為我老師反對簡體字，佢就話簡體字你睇唔翻古人寫嘅嘢。嗰陣時我個神又係我真睇唔明喎，你嗰時講到個義氣個義字我睇唔明萬字個義嘛。但係而家你諗一諗，我有即係你去日本旅行，我成日問啲日本仔你睇唔睇明啲漢字唔識唔明唔知咁啊，佢又冇所謂㗎，生活得幾快樂咩？係咪韓國生活？即係話咧呢樣嘢可能係一種我哋對文化太熱愛。的結果嚟嘅，我諗我哋扯得太遠。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嗱，呢、這個係唐君毅先生，即係新亞書院啦，即係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啦。唐君毅先生1961年咧寫過一篇文章，後來變成一本書，就叫《論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咁啊，我哋老師咧即係中學年代老師咧就係、是、新亞人嚟嘅，佢就每次都好傷心，然後就話咧，其實佢個其成個立論係咩咧？唐君毅立論咩？中華文化在中國內地、中國大陸的主角已經沒有了，然後就散落去全個亞洲的不同地區，尤其是香港、東南亞。但結果呢，因為呢他們又受到海外的壓迫呢，所以連這個地方都沒有了，所以就花果飄零了，是不是很悲傷？唐君毅，徐福官、茅中山、唐君毅。那你那時真的很悲傷，因為中國文化，記住個年份，1961年，他寫了一個文章叫《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就是中華文化在主幹已經是崩了，散落去其他亞洲地方又受到不同的害，所以怎麼辦啊？幾張圖大家看，不好意思啊，你用英文。這張圖呢就是美國和印度和中國的 GDP， 在這個佔全球的份額的。OK？咁呢個係劉春義教授嘅圖啦，借嚟一種紅色嗰條係中國，1961年喺呢度。有冇老師或者係同學係買股票嘅？呢、這個位叫咩位啊？起漲點，你買完之後就冇蝕嘅。你買完之後就冇蝕。即是说在香港中大一个教授中国文化最低落的时候呢，其实是中国民族起飞的点来的。即是说在香港的中史教育可能呢是跟整个民族的进程是逆转的。是看错了，在简单来说看错史。OK。嗱，呢個係一個好獨特嘅啫。我哋香港讀嘅中國史咧，其實某程度係結合咗好多情感嘅嘢咯。而呢種情感可能同現實係完全逆轉嘅。嗱，最簡單一樣嘢啦，就係喺50年代嘅朝鮮戰爭。朝鮮戰爭咁啊，朝鮮戰爭啦，我簡單嚟講就係、是、呢場仗咧，喺香港咧，基本上咧，我唔知道而家嘅中史科有冇吸有冇概，應該有啦，有概括。我那個年代沒有，因為事實上我認為如果是中國近代中國即近代中華民族的建構，朝鮮戰爭是很重要的一場仗，一場很重要的仗。那麼當時彭德懷講了一句話，就是後來做報告的時候，在東方過在一個架在一個大專，又在讀大一個國家朝代不復返。我們看另外兩個資料，這個是彭德懷當他自吹自擂。李光耀在他的一本回憶錄裡面講的一件事就是什麼呢？一個政府能夠5年之內革除貪污，頂得住美國人在朝鮮的武裝力量，咁啊呢個值得稱讚。做呢場戰爭，再睇到外國人，基辛格《On China》呢本書入邊講過一句很重要的一段，入邊講咧就咩咧？就係、是、近代美國因為在東亞戰場的失敗咧，
很多原因呢就因為呢是這個對孫子兵法的不了解啦，諸如此類，但事實上呢是建基於他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戰敗，即是這場仗呢無論對外對內都很震撼。但是問題就是這場仗的十年之後呢，大約十年之後呢，香港的中大學者唐君毅就寫了文化的法國漂流，即是很特別，即是完全是兩個世界來的，你簡直是一個平衡世界裡面發生的兩件事，而我們是深受唐君毅的影響。好，還有近代史怎麼難讀呢？這個是有沒有人試一下，我是誰最近呢，內地有一套電視劇叫《覺醒年代》，其中他就出場對當就是蔡元培嘛。我們對蔡元培呢通常呢都是高光的，蔡元培的母在香港，是香港仔，我們當年知道呢就哇即刻就去武大去去去。蔡元培呢後面是北大校長，做過中華民國裡面教育部長諸如此類，咁對教育好了解。這個是蔡元培的一面。1927年，国民党清党大屠杀共产党，死了300,000人。蔡元培是主导者嚟。近代历史就经常出现啲咁嘅人物，汪精卫都系呢啲。你见到佢一年入边，佢一个好光辉嘅，另一面哇咁样喂，就咁啦，就咁啦。所以咧，呢个觉醒年代呢个片咧，对蔡元培咧。是算是这样的厚道的，不讲后面发生什么事。第二就是繁杂。第一我给大家看最简单的列表。我们中国大陆有两本，一个叫第一历史档案，是北京的。那里面就全部就是明清的资料。明代资料呢大约是3000件，清代资料是1000万件。1000万件的近代史资料呢，你要看到1000万件的史资料，大约即近代史资料加面上之后呢，大约是700万件。700万件，很多都未仲研究的。第二檔案博物館，第二歷史檔案博物館在南京的。那這裡呢就有1350多個呢是全個保管單位的，250萬卷，入面有70,000冊資料。近代史就是這麼多東西，多到你得得資料。但未完，我們不講這麼複雜。這個呢是這個前幾年2014年，中國大陸呢就要做這個呢是烈士紀念日，是不是烈士紀念日？单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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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的烈士，全国入边有2000万为国捐躯烈士，190万人是有名的。你唔好再读一次呢啲名字，你差不多都几十年过去。即是话咧，近代史嘅繁复咧，长近略远，嗰种长近之近咧，你系想象唔到。嗱，呢个又都讲我个小故事啦。我喺港大读书嘅年代咧。跟我同房的位哥哥是研究美國史的，我是研究中國史跟研究美國史，我的書是多到堆滿了整間房，而他只有4本書，然後他跟我說你真是傻仔。真的真的，大家拿出來的最後一樣，他研究就是美國的這個內戰期間的白人其中一個運動，他看3本書而已，哇開心到他。 OK，近代史的繁複是在於呢，是簡直是，我最簡單，我們近代中國人做了多少掙扎呢？給你看一看，第一個，這個上前面的定詞我做的，大家沒有理，土洋結合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或者暴動，我們的掙扎嘛，洋務運動、義和團、清末新政、袁世凱復辟帝制，但我對我來說都是一種重新建立大一統的做法來的。国民党人的西方议会制，国民党人最初西方议会制，民间的联散自治，你不要理他目的是什么，我都认为他是一种近代的挣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面西化，民族主义和苏维埃结合的，就是孙中山晚期路线。孙中山早期路线是革命，晚期呢其实他是采取苏共的或者以前的联共一些做法的，就是一种更激进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发动农民相结合的地方政权，即是苏维埃路线。这个跟现在中共不同的，因为它更加国际化一点。英美势力控制经济发达地区，并逐步利用军事本质而斗争扩张基本盘，这个就是格式路线，在浙江一带的蒋介石路线。而
然後江西蘇人案失敗啦。最後小梁紅軍，即係我哋後來自嘲自己山溝裏的馬克思啦。中國中共本土化嘅長征中恨處，一八年就發生咗件事啦。你讀都讀你就暈，就跟睇長征入邊幾次唔同次序嘅讀開讀嘅你暈。近代史嘅繁雜就喺呢度，好繁雜。OK， 好，嗱，唉嚟啦，試下大家啦，真係試下大家啦。如果你認識到其中一個人咧，你近代史係合格嘅；你認識到其中兩個人咧，你近代史係 OK 嘅；你認識到其中三個人咧，你近代史絕對係勝香港九成學生、九成老師添啊！呢張相係每次如果你睇到呢張相，你會心微笑啊！你嘅近代史係 A， 你睇完張相唔知噏乜咧，你近代史算啦，去繼續訓練。有冇人睇完張相就會心微笑？但係唔好扮笑啊！而你真的學到嘢，呢張相係一種好有趣嘅歷史嘅錯嘅空間嘅錯嘅交往咁嚟咯。中間個係邊個？溥儀啊嘛，好啦 ，OK 啊，好啦。如果你唔識嗱溥儀，五代皇帝溥儀嗱，最勁係後面呢兩個，呢兩個。有冇人試下？我建議所有老師，無論是線上或線下，你將來去教近代史的時候，都拿這張相出來，去表達你對近代史的熟悉和了解和厲害。一個是溥儀，兩隻動物，洪炳坤、岳中倫，誰？是誰？平了喎，溥儀、洪炳坤。1911年辛亥革命第一槍推翻了溥儀的滿清政權。岳中倫1924年奉馮玉祥之命入去紫禁城將溥儀捉出來，將溥儀驅逐出紫禁城的岳中倫，正不正這張相？近代史就在這裡出現了。然後他在，如果我記錯，50年代在周恩來的撮合之下，他們就出現了近代史啊，这个真的近代史，那种繁杂在这里。这个人是令到溥儀陷，不要这么说，他的政权是崩溃了，是不是退位吗？这个人是将溥儀驱逐出紫禁城，溥儀以后回去只能够以一个游客身份回去，而不能够他的家一个灭他的、那个家族财富和那个城权，一个是驱逐他来家。然后合照一张，相逢一笑泯恩仇。如果你想知道咩叫相逢一笑泯恩仇，用呢张相。我亦都好建议咧，即系线上老师或者线下嘅，将来你教书嘅时候攞呢张相出嚟，表示自己哇，你近代史咧，但系我史长之间掌握住。我每次咧要去教历史嘅时候咧，我都成日攞呢张相出嚟，因为历史嘅荒谬啦，历史嘅错综复杂，历史结构嘅混乱咧，其实就喺呢个结果。岳中倫、洪炳坤、溥儀最正系咩？洪炳坤和岳中倫兩隻動物嚟嘅，好到底。然後乜嘢？姓洪嘅矮嘅，姓陸嘅高嘅，好有趣呢、這個，我都好中意呢張嘢。OK， 好。好啦，近代史嗱，我哋 sorry 嚇，時間冇得啦，我哋要近代史嘅主調。咁啊，呢、這個就係一個我成日都會諗嘅問題，即係中國文明喺近代面對西方列強時候，點解一大塗地到咁咧？即係點解會即係咁淒涼咧？個書都咁淒涼。嗱，即係因為點解咧？中國咧，其實喺治亂興衰，喺呢個由秦始皇喺公元前二一年建立咗大一統之後咧，其實對治亂興衰好豐富嘅呢個治理係好豐富，即係話佢累積到你諗下，你睇宋代資治通鑑入邊講嘅故事係幾豐富，應對唔同處境，而且係好懂得同化少數民族嘅，如果唔係唔會咁大嘅地啦。點解會完全失敗？今次在近代史完全失敗嘅，即係我哋去治亂興衰去應對嘅時候係完全失敗。我哋所有方法都錯曬。如果唔係就頭先唔會出現咗十幾種方法都錯啦，係咪 ？OK， 嗱我哋好嗱呢我呢度我喺呢個支付攞落嚟嘅，好威噶嘛！中國民族5000年前係同埃及一齊面對洪水，嗱呢啲你唔好當係真啊，你當係感覺啫，老哥。4000年前同古巴比倫人咧一齊玩青銅嘅。3000年前同希臘人一齊思考哲學，2000年前羅馬人四處征戰，1000年前咧同阿拉伯人咧無比富足，
好啦，我哋唔好理學院隊，即係話我哋好豐富喎，資料興衰經驗極豐富，而且我哋好大喎，我哋講4億人喎，點解完全一大徒弟咧？嗱，李鴻章，我哋成日今日嚟講咧，我哋都成日話呢句啦，三千年未有啲變局啊嘛，係咪？呢個最早講法係來自李鴻章，不過李鴻章就唔係講我哋而家相信嗰種。李鴻章嘅原句係呢句。今分咧，東南亞咧用簡單啲啦，就係話咧，而家嚟講咧，就係嗰個係數千年未有變局，主要係原因有兩個，一個咧就係以前係北方嚟嘅，遊牧民族，而家來自海洋，以前一個，而家 N 個，佢邏輯就係咁啊，大患由北方變東方，從陸地轉嚟海洋。第二咧就係對手由單一民族變成許多民族聯合，嗱呢個佢係。我哋而家嘅三千年有變局咧，係深化咗佢呢個説話。佢原來説話就係兩個意思嘅。第一個意思就係、是、以前啲人咧來自北方嘅陸戰嚟嘅，而家來自海洋海戰，我哋唔掂。第二就係以前一個啫，匈奴啊、突厥啊、鮮卑啊，就最多兩個啦。今次一堆湧過嚟，一堆湧過嚟。呢個係李治明代一個好著名嘅一個瘋狂的學者啦。李治咁我唔特別講啊。李治咧就佢評價咗兩個皇帝嘅秦始皇，佢話秦始皇統一天下咧，就係、是、李治喺藏書入邊咧係千古一帝啊，千古一帝啊！嗱，李治明代嘅，明代嘅，咁啊李治咧可以評論咧朱元璋重建漢人政權啦，哇，千萬古之一帝啊！嗱，以前我就覺得李治有冇搞錯啊？秦始皇同朱元璋，朱元璋只有千萬古一帝。秦始皇勁好多，但係後來諗諗又唔係。朱元璋面對嘅係一個已經係差唔多係200年橫掃整個東亞同西亞嘅蒙古政權，好厲害啊！呢、這個橫掃對住呢個政權打贏。第二係咩咧？佢重建咗好多咧，原來已經離開咗中華或者漢族體系800年以上，譬如大理啦，今日嘅大理啦，係嘛？今日嘅呢個雲南一帶啦。那一代的民族他重建了，因为你看宋代打土勢，還有德方民族，德方的漢人民族他重建了，那未必不行，如果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來講，他可能真的千萬個帝、okay? 那歷史上有些難度高的，譬如隋重建打統，這個是日本人想的，日本人經常想一個問題，就是你們在魏晉南北朝就碎了，有什麼理由去重建的呢？所以寫了一些書就是什麼隋唐帝國之生成，就是想喂，為什麼你們會重新打動，這個是很難的一件事，劉邦布衣稱帝也是很難的一件事。好了，現在來說三千年有點變局了，我們面對著一件事。孫中山就說中國雖細就是所謂實打一盤散沙，那事實上都是農業國來的嘛，沒有民族認同的嘛，散曬的嘛，不同的嘛，碎曬的嘛，碎裂的嘛。其中一個很著名的故事就是八國聯軍的時候，不少的京城的人是幫八國聯軍抬槍進來的嘛，抬大炮，因為他們沒有一個民族信念認同的嘛。入面就拿一個話聲，你說那個國家連生、三十歲你又不想連生，國家只有文物，只有國民族認同。近代 OK， 近代中國接合幾個轉型，第一個就要解決一些百年來的問題，就是說晚清到民國之間一個逆轉問題，包括一海上侵略，以前冇嘅，今次第一次見啦，終於有啦。第二個殖民勢力，從來喺中華民族歷史上，從來冇咁多民族，其他民族可以喺我哋國土上建立咁多嘅殖民地，咁多殖民力量，從來冇出現過。佢出現嗱，我覺得最極端就已經係咩咧？魏晉南北朝嗰段時間。他们不是殖民地，他们是自己政权。南宋有段时间，但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直情是山河碎裂到每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是殖民力量，是未出现过。资本入侵是最新的。在以前农业国来讲，最多就是农业，我们叫做什么田铁制度。资本是做的，但第一次出现海关、关税，然后一大堆咧，嗱呢个亦都系讲咧咩？晚清点解唔忙？其中一个原因就因为英国佬喺呢个海关帮咗一大忙啦，收税啦，货币发行啦，全部新嘢嚟讲，我哋唔识嘅。百年问题政治代言啦，呢、这个张学良噶吧？
邊個？張作霖，張作霖俾人炸死，所以仲要大家記住，張作霖炸死嘅時候係叫咩名？佢個 title 就係中華民國最大嗰、那個嗰、那個統領，係俾另一個民族炸死咗，即係荒謬到咁嘅情況，即係個皇帝，我哋皇帝俾人炸死咗啊！喺條街度，喺度個火車站俾人炸死咗，蒙古團啦。佢本身係日本嘅政治代言人，即係話我哋民族嘅最高統帥係人哋其他國家嘅政治代言，呢個係從嚟冇出現過喺民族，我哋歷史上從嚟冇出現過。咁仲有好多啦，大把啦，即係近代好多。我攞去做一個例子，疊加千年問題，就係話我哋喺呢一百年解決百年問題之後，有好多千年問題要解決。第一個農業轉工業嘅，我哋長期一個農業國嚟。如果要同西方打，我哋就一定官國。咁點轉咧？點做咧？點搞咧？一千年嚟冇得搞咁咩？然後再嚟就政治制度啦，政治制度呢個政治制度好明顯落後噶啦，係嘛？你叫垂簾聽政又好，乜都好，係落後的。你點樣去變成一個新嘅政治制度去同西方對決咧？呢個係千年問題，因為呢套我哋叫做大一統嘅中央集權制係由公元前21年一路運行到去1840年，或者1911年噶嘛。後面用咩制度取代佢咧？教育普及，我話啦，呢啲送去即係外國讀書嘅都咁難，你全國點樣教育普及咧？千年問題，因為從嚟冇出現過教育普及噶嘛。地方主義，地方主義喺中國歷史上咧，其實中央嗰個權力咧一直係未落到鄉嘅，一直落唔到鄉。即係話鄉紳係地方自治個系統嚟，而鄉紳係根據地方利益去統治嘅。OK。咁啊，就出現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中國係有2000幾甚至3000年，甚至係歷史上都係地方主義好強大，係嘛？點樣去壓抑佢，去建立一個大一統國家？鄉親自鄉啦，宗族械鬥啦，宗族械鬥而家基本上冇嘅。但係如果以前嚟講咧，喺歷史上咧，宗族客家本土嘅械鬥啊，唔同民族啊爭水，即係唔同嘅地方鄉民爭水嘅械鬥多的是，多如項目啊！用兵割據，男女平等啊，呢個千年問題啦，男女唔平等噶嘛。現代要留佢平等啦，即係話咧，近代你要解決啲問題，我再快少少啦。好啦，近代你就會發現咧，係百年問題，即係我哋叫朝代更替問題同千年問題嘅疊加嚟。佢唔單止考你百年問題，佢考埋你千年問題，同一時間就一大扎列強圍住你抽你。OK， 咁有一個學者嘅嚇嗱，唐德剛啊，雖然我話佢本書唔得，但我引咗佢説話，歷史三學論啊，唐德剛。唐德剛就講，佢話咧，從1840年文革變爭咧，打開天朝大門之後咧，就需要200年啦。呢啲都係佢自己諗嘅啫嚇，冇根據，佢自己諗嘅。200年時間啦，即係21世紀，即係話咧，去到2045年啦嚇，2040年啦，即係未到嘅。才能完成中華民國中華帝國到一個真正現代國家轉型。佢認為要200年，即係話要解決呢堆問題，列強等等等等等。所以近代史最麻煩的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他同一時間爆發了 N 個問題出嚟，然後冇一個很強大的對付。OK， 咁啊，好消息就係咩咧？我哋差不多早咗8年解決咗，1949年我認為已經差不多解決咗。OK， 咁佢話2040年咁另一樣嘢啦。好啦，我認為我自己呢個係我諗嘅啦。嗱，唐德剛係在自己諗嘅。OK， 我又我自己諗啲出嚟啊。我認為咧，去評論近代史咧一個原則，有幾個原則係需要去講。第一個原則咧，就係喺我哋民族獨有、獨一無二嘅嘢，就叫大一統。中華民族好中意大一統，其他民族都冇嘅。我哋以大一統去論成敗嘅，呢個政權能夠大一統，佢就叫成；呢個政權唔能夠大一統，佢就叫敗。你唔好問我點解，喺我哋基因入邊嘅，一直都喺度嘅。將來會唔會改唔知，但啲黑唔改。只要係對大一統有利嘅，我認為就係一個好事，即係對中民族有利嚇。呢個係一個傳統最大最地要嘅，就係打通。如果一個分裂嘅碎裂嘅中國咧，其實佢就已經違反中國人傳統上對一個盛世或者治權嘅一個評價。領土完整、民族融和、驅逐外力、民族自決，一大堆係打通必須要有嘅嘢。近代史一定要解決呢個問題，如果解決唔到，近代史就失敗。一定要解決呢一堆問題。近代史第二個就對中國民族現代轉型有利，現代轉型就係頭先嘅千年問題，係現代獨有嘅嘢。
包括工業化社會再組織教育男女平等賦權等一大堆嘢。咩叫社會再組織咧？原來我哋社會，譬如是農工商啊，譬如社會係一個大規模九成嘅農民組成嘅社會，起碼要結合變成一個工業化或者甚至係一個服務業嘅社會轉型啊。如果做唔到呢樣嘢，近來先失敗。第三咧就係能夠使中華民族重回嗱，呢個係我哋民族一向要求嚟噶嘛。啊！喺孫中山年代就係重回民族之林啊嘛，我係會重回民族之巔，即係你要做到呢樣嘢，就係我哋要解決傳統要求，要解決現代要求，亦都要解決現代更高嘅要求啊！所以我認為咧，近代史係一個煉獄級嘅要求嚟，佢唔係一個地獄級啊！我覺得如果秦始皇統一天下係地獄級嘅話咧，近代轉型係一個煉獄級嘅要求，係一個好難嘅考試嚟，基本上係死緊嘅。四緊 ，OK， 好啦 ，OK 嚇。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其實有個長嘅題目嘅，就係、是、話近代史嘅主調咧，就係、是、困局、自救、革命啊嘛。我哋有一句説話真係串起佢啦。面對三千年未有困局咧，中國近代以嚟嘅主要歷史任務就係自救。而呢個自救最後中最終最終嘅方式就係革命。冇噶啦，因為你要革走曬所有嘢，你先至有辦法翻轉頭。如果唔係，翻唔到轉頭。这个说话呢是我其实整个讲座的最重要的主调、我们中间经历过无数尝试的、有本书的前几年十几二十年前我小的年代告别革命就因为中国革命都是强劲的四本书来没有再革命了但正正是因为我们尝试过很多非革命而失败然后最后才走上革命孙中山的晚期中国国民党的晚期中国国民党的后即中后期和共产党都是革命的因為它是唯一的方法已經沒辦法再搞你要明白這種革命才知道為什麼要將這個簡體字變成一種拉丁字的種極端因為已經想不到方法一定是最極端的方法的破罐子破碎是吧困局一就是說我先說一說困局先、我想好像我會用這個角度我用這個角度第一個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一件事就是近代侵略中國的列強咧，佢野心其實不斷擴大嘅，由攞你錢到攞你命，係不斷擴大。而中國社會重新組織的能力係唔夠快，即係話我哋重新組織，譬如我用新軍去對佢，哇唔夠快。嗱，我舉一個例，嗱呢個近代史單呢單有呢單有啦，呢啲咧嗱呢個攞你錢咧，啊攞你錢咧，攞你錢咧，攞你命嘅呢、這個攞你攞你條命，勁攞你條命。这个罗里命是直接解构中华民族的。这些是要你即是罢工的你给钱他就可以了。这个要你领土这个罗里命他要解构中华民族他直接要将这个民族解构出来等你不会成为一个民族这个才严重。举例举回十十这些是我今天研究出来十八世纪、即是在这个大家可能 不知道这个历史。这个著名的特使啦、英国派了特使去见了乾隆啦 ，OK， 咁啊见完乾隆之后咧，原来呢单特使咧系未走喎，翻到去广州，顺住珠江口一带去勘察，然后就有呢篇作品啦，就系佢哋勘察咗马湾同埋大屿山，喺1794年，嗱可以叫英国佬嘅初心啊，佢初心。这个时代叫做乾隆年代你就知道这班英国人是怎样是怎样很多人会跟我说我英国人来做生意看看英国人是不是做生意你看一看他们想怎样他们就考察了马湾和这个大屿山这篇文章在网上有你自己可以全面看画了当时大屿山的地图画了他们是一班军事组织来的他画地图不是真的贪得意画的 Google 画先不是的画到了然后一变咗呢句，我译咗中文俾大家睇。1794年，当时大清都好厉害下噶，佢就已经话我哋会唔会占据大屿山同马湾？咁咧就拿茶好少，就优势好多。即系话佢唔系为咗做生意噶，佢呢个系点解要霸占香港嘅南商嘅开始，就系想建立一个军事占据点。有咩好处啊？澳门就短时间登佢啦，豪同嘅澳门就短时间登佢，因为霸到佢啦，系咪 ？OK。第二，虎门一带嘅堡垒就会被大规模拆毁，因为太近啦，你冇用人烟，系嘛？哇，英国佬真系狼啊！呢单有真狼嘅，佢唔系嚟同你做生意，佢嚟见完乾隆之后，
佢嚟睇你猫弯，然后就谂住立你啲嘢噶啦。未经过你许可，呢个毫无法通行，即系珠江无法通行。佢系搭咗猫弯珠江口嘅位置，喺度收税，即系查你，即系讲真句，英国佬真系查你。广州整个贸易强地代表将你一个人就消灭掉，即系话我封咗珠江，你就冇生意做，你死得，所以我就收你税。咁样嘅佢哋 ，OK。嗱，呢個係英國嘅錯失啦，所以白眼計位新嘅人咧就會立即驚愕同起疑，我學幾毒啊！啊，呢堆嘢幾毒啊！1794年，好多人以為咧近代史1840年，其實佢哋好早已經諗到呢樣嘢。佢沿路睇咗成個中國嘅地圖啊，中國嘅文風啊，寫到一堆大堆嘢出嚟。OK， 好，日本嘅野心就咁噶啦。要你錢的英國佬，英國嚟要你錢的，英國太遠，佢最多就將你一部分殖民地。日本人的野心是土地，最初是東北，後來要建立東北的安全的領域，他就攞埋華德。你又不肯認佢東北華德，他就攞埋你整個沿海。你再不認佢就咩？其實近代史最危嗰下就1941年，如果日本人在呢刻停咗，即係唔打其他東南亞呢，呢、这個嘢可能會永遠建立咗出嚟，嗱，即係佢唔打美國佬嘅話 ，OK。你強嘅實力同野心嘅最大嘅問題咧，近代史遇到工業革命啦，咁呢啲唔講啦，第一次工業革命咁啊，呢、这個大躍進政權年代啦，咁就係以蒸汽機為主嚇造成嘅，咁呢樣嘢中國係 miss 咗嘅，完全 miss 咗嘅，即係冇嘅，冇咩，即係所以形成咗我哋所謂嘅民族企業係完全冇得同佢打嘅，冇辦法，手同呢個蒸汽冇得玩嘅。第二個咧就係第二次工業革命啦，就係蔣介石年代，行通嘅蔣介石年代，我哋叫電力開始嘅工業，我哋亦都 miss 咗嘅。即係話咧，我係用緊咧係 Nokia 嘅第一代，人哋已經用緊 iPhone 第13代，喂，中間已經換住咗13代咯，我都同佢玩，完全我唔夠打嘅。最舉個例子啦嚇，當時有個英國人啦嚇，即係後來而家過身亨廷頓，亨廷頓即係美國一個好重要政治學家咧，就講咧就係西方能夠贏到世界咧，就唔係因為咧好勁嘅 idea 咯，即係或者價值觀啦，或者宗教啦，而係因為西方人能夠喺軍事武力組織上面嘅優勝噶嘛。我哋成日唔記得一樣嘢，但係啲唔係西方人記得嘛，即係我哋記得，即係佢哋靠咩贏我哋咧打得？呢個是鴉片戰爭的對比，英國佬最初派7000人，後來20000人，中國人有100000人，但完全一敗塗地，因為組織力的問題，因為很多很多很多問題、OK? 所以困局的話就列強野心，英法要錢的、OK? 這個是、英法聯軍的、圓明園，俄國是要地的，俄國要土地的，日本人要命，我要這樣分，英法要錢，俄要地，日要命，即是我哋點改都唔改快，即係好簡單啫。對方就係要錢嘅話，我哋都可以慢慢改。到你要命嘅時候，我哋冇得改，完全冇得改。所以近代史係不斷深重嘅，你見到那個形勢都惡劣嘅。OK， 嗱，中國嘅組織力，我簡單嚟講嚇。日本喺最初嘅時候咧，我叫列強三，即係第三級列強，唔係最勁嗰啲英國嗰啲，亦都唔係次級列強俄羅斯，佢係第三級。直到後來日本都是第三級的。中國的應對方法就是甲午戰爭，即是洋務運動，結果我們在甲午戰爭八國聯軍裏面所有洋務運動全部輸了，我們後來就小站練兵，怎知日俄戰爭和奪取山東裏面這個小站練兵的所有的，這個是我們的改革，這個是出現的問題應對，即是我們改革永遠慢過出現的問題。國民黨得佛面對日本搞法，德佛的所有的其中一個益處就是東三省，那一次過被人兜回頭。西安事變本來好好的，結果立刻七一事變應對你，我們的企永遠被人攔，我們想做一些重建重整的重新組織的，結果人家用更快的方法去對付你日本仔，結果就是這張圖1942年的日本圖。第一個好消息，我認為這個就是我認為日本史上永远最大的版图就是这个，它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认为它留球就是没有的，我认为 OK。 日本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即如果是一个人，即其中一个叫做日本人，有中国人，第二一个，他人生一次机会发围，就是
因為佢係一個總局，佢永遠會受到大陸強國嘅嗰種壓力嘅。佢唯一方法就係反擊翻大陸強國嘅啫。所以成個晚清咧，係佢作為一個民族，永遠啊，我甚至最有可能反擊嘅時間嚟。而佢真係做到，不過後來衰咗。啊，呢個樣嘢每次睇完之後，我心都可以舒服啲。OK。近代嗱呢張圖咧係達利奧嘅，達利奧一個基金經理，達利奧咁佢就畫咗一個咧係美國、英國、中國嘅一個 GDP 佔世界比例嘅，即上上落落啦嚇。近代史係咩時候咧？近代史嗱呢、這個呢段係近代史啊，藍白黑色嘅咧就係、是、英國，藍色嘅咧係美國，紅色係中國，全方位失敗。近代史第二個困局係咩？中國面對的對手在軍事、經濟、科技、政治作方面全方位失敗，全部輸敗。嗱，你輸一樣嘢就好難啊！譬如我同一個人一起去追一個女仔咁啊，係嘛？你冇錢，咁你咪喺努力方面咯，係咪？你個樣生得唔好，咁你可能喺其他方面達到。點解你又樣又唔好，又冇錢，又冇上進心，讀書又唔叻，又肥，死梗啦！全方位失敗。呢張圖明顯就係、是。我哋正正近代史跌得最勁嘅時候，而其他兩個國家係崛起嘅年代嚟。我、全方位文明失敗咧，唔使講啦嚇。不過話説回來咧，話説回來，全方位文明都算啦，而係話咧，你對手係咩人咧？你對手一班咧係佢哋都不斷演變嘅撒那人嚟。最初佢哋對全球掠奪係殖民嘅，我哋係其實會睇一個咧係西方殖民嘅五百年嚟咗個。殖民啦，譬如話阿茲迪啊，諸如此類啦，即係非洲啦，非洲啦，我哋快啲啦，喺西伯利亞啦，澳洲啦，成個印度啦，中國都俾人分到咁大筆，即係話呢單唔單止一單咧，係相對嚟講文明、文化、歷史高，佢一時間係野心好強，未完喎。邊個第一層次？第二個層次，大家要記住嘅喺二十世紀咧，係同十九世紀唔同。二十世紀佢哋係完全嘅納粹化。咩意思呢？就係呢班西方列強咧，佢唔單止係要掠奪，而係要消滅。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佢係有系統、有計劃咁樣係喺工業化嘅種族大屠殺。我加咗呢句落去，即係話咧，佢哋喺做嘅過程入邊咧，佢係同最初十九世紀嗰種唔係單純，佢複雜咗。呢種咧，如果你其實可以想象到。喺二戰期間咧，納粹德國咧係有意識嘅種族大屠殺。但呢種種族大屠殺嘅同一個理論咧，同一時間可以去其他非西方民族 apply 去咯，即係只要佢能夠做到，你要記住一樣嘢：日本人點解喺成個抗日戰爭會咁慘烈、咁殘忍？其中原因就係將你大屠殺咯。即係話其實我哋面對嘅西方面對嘅係納粹嘅大屠殺，我哋面對嘅係日本法西斯嘅大屠殺，係把刀嚟路到。我哋最初係冇地，而家係攞一條命不斷大屠殺。所以他們的文明衝擊是不單止是這件事，而是一種是人種上的消滅，這個才大禍。OK， 第三就是複雜了，就是一個問題，複雜，因為我們面對對手很多，我們靠英國，慈禧不用可以靠英國的，晚期慈禧能夠苟延殘喘，因為英國幫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機構就是 HSBC， 匯豐銀行，匯豐銀行救他的，不斷借錢給他的，這個是袁世凱。袁世凱靠英國嘅，所以記住一樣嘢咧，呢、這個需要當時先講袁世凱。袁世凱二十一條咧係屈佢，袁世凱係反日嘅。邊個親日咧？阿孫興、孫中山、孫中山，但孫中山係人都親嘅，親嚟親去嘅。張作霖靠日本嘅政治代言人，孫中山係靠英國、靠美國、靠日本，所以一條線落去好淒涼啊！孫中山，但孫中山不斷嗱，我喺呢度要讚孫中山，佢不斷打到作為之惡嘅。嗱，佢雖然越嚟越激進，但根本上對我，佢就係靠蘇聯。蔣介石靠英國嘅，一世永遠靠美國。OK， 咁啊，蔣介石啦嚇，早期嘅中共係靠蘇聯。咩意思咧？就係、是、中共喺1921年成立，去到長征嘅前期都係靠蘇聯。好彩後來係諗辦法自力更生，如果唔係嘅話，佢就係蘇聯一個傀儡。OK。你看到呢是第一屆在上海1921年的中共第一大嘛，你要看到呢有兩個俄羅斯，即是聯共，叫聯共，那時叫蘇共，蘇共1950年才叫蘇共，聯共派了兩個共產國際代表來，
所以早期咧，喺中共嘅路線嚟講咧，國際路線同埋本土路線係爭奪東西嚟。好啦，困局三咯，就係咁點學佢點樣啊？嗱，第一個靠邊個 ？Sorry， 第一個問題靠邊個？你靠嚟靠去嗱，你靠邊個？他們又是虎狼之國，但同一時你要靠他，那怎麼辦呢？怎麼在中間又靠他又不用被他支配呢？不可能的，是不是？第二個就學誰了，學誰了，我們學過很多東西的，學過西歐，學過日本，日本那套君主立憲制度，學過蘇聯，是不是？就是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都學蘇聯的，學美國，是不是？後來的蔣介石學美國的，甚至有段時間想模仿納粹，就是納粹那種軍事 建構，就是其實你看到呢，就是中國國民黨咧，後來嘅咩南醫社啊，呢、這個咩軍統啊、中統啊，其實正啲係納粹化嘅，納粹化嗰個表現嚟。好啦，啊，地大諗緊啦，睇住時間啦。五四運動咧，其實提供咗好多藥方出嚟，藥方出嚟，啊，一大堆。咁啊。我會咁睇，如果睇五四咧，就係佢基本係訂急聯求醫嘅一啲諗法，一大堆藥方。嗱，其中一個藥方咧，我需要嗱，未完嘅全部睇下德先生。我其中一個藥方咧，就想同我傾下。德先生，這個、呢個咧係因為香港中學老師嘅一啲或者香港好多人嘅信念咧，我就真係講下。德先生就係、是、民主。嗱。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这里讲，就是时间关系，我讲快一点。我们今天的民主是很多时候代表投票民主。我们今天经常都说，哎呀，五四的德先生，大家记住，五四的德先生不是你想象的德先生，是两个人来的，你不要表错情，你喜欢 A 君，这个 A 君和 A 君是两件事。我们不要将五四的蔡先生就是今天的蔡先生。同一個人嚟嘅，五四德先生另一個人，因為點解咧？如果我哋做將五四做一個好重要分析咧，民主最初嘅講法咧，其實係共和國嘅意思，共和嘅意思。民主意思係咩？相對君主國嘅意思。所以最初民主嘅意思係共和，共和嚇，即係冇君主嘅。OK， 我快再快啲喺呢個裏面咧，民主出現有17次嘅，咁啊入邊出現咗 democracy。同 Republican 兩個唔同嘅概念，兩個概念。民主咧喺中國嘅五四咧，佢有呢堆意思嘅。佢可以代表人權，喺翻譯嘅過程入邊，佢有時譯到人權，有時譯到德莫克拉西，有時譯到平民主義，有時譯到庶民主義，有時譯到民本主義，係同今日嘅投票民主係兩種概念嚟嘅。所以你千祈唔好講，哎呀，我哋要追隨五四嘅賽，追隨咗啦，冇皇帝嘅啦，我掂嘅啦，我成功咗。五四嘅點樣確實咧？最初嚟講咧，就係有啲集民眾主義、眾民主義、民權主義、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平民主義、惠民主義、民資主義，講嚟講去就係平等嘅啫，即係人，即係冇皇帝，我哋就庶民主義咁啦。咁啊，庶者之位啊，庶民啊，全體之民啊，即係我哋啦。各司總分也，得天於民，得天於國。即係佢冇皇帝，其意思就冇皇帝，即係更多似一種咧係共和體制。李大超就話民主主義咧，亦都唔好嘅。點解咧？就用民本主義都唔好嘅，民主主義都唔好啦。最後咩啊？平民主義、民主主義最好啦。啊，最正就呢個啦。即係強調邊樣嘢？啊，即係其實係唔係我哋而家點屋嘅事啦？冇搞錯啊。然後就係新青年入邊咧，陳獨秀，擁護德莫克里西。原來嘅民主主義唔好嘅，大西洋嘅民主主義咧，第二類主體嘅。咁啊，李大超就話咧，民主主義運動，你手上咧就係明民主。所以其實我哋今日奉為神蹟啊，或者理想民主咧，其實喺五四嘅時候咧係有唔同概念嘅劃分。好，時間關係啊，我哋講啊，咁啊，民主科，咁啊，民主喺呢個時候咧又代表人權喎。即係總之一樣嘢就係西方好嘢，其實就係民主，好似有達到箱咁樣，你裝咩落去得嘅啊？總之你裝得落去就係裝落去人權。在这个概念来讲，敬道清理道清文章，民主和人权是并列的，同一个概念来的。在陈独秀的作品里面，我找到就是民主共和使用的次数58篇，你就发现他用共和多过民主，他更强调共和而不是民主。跟着来讲，好了，最后第四个困局就是中国4亿人，但4亿都是不要这么说，四亿都是不好，即即即即即嗱，
第一個就是死人啦，大概文盲啦，組織你誤殺啦，地域主義啦，逐流極多，咁好多，即係話你四億人係一個數字，但係死人係廢，簡單嚟講就係、是、你揾四，即係好簡單，你揾人去踢波，你都唔識踢波，唔識走都唔識走。然後咧，如果去到1949年咧，大量嘅人均嘅產量嘅需要嘅嘢，嚴重嘅物資，全部都係世界上排最拉爛尾。即係簡單嚟講，你天賦都唔好，對手又強大，你又唔知學邊個，又樣又生得衰，結果就武器就嚴重以冷惡國添。好啦，又翻返呢張圖啦，又翻返呢張圖啦。結果困局五啦，我哋就會做咗一個咧，我叫做近代自救反覆產大形成嘅自卑感。嗱，好簡單嘅啫。我試過第一樣嘢我衰咗，我試過第二樣嘢我又衰咗，我試過第三樣我衰咗。好難自卑喎，點解會出現放棄繁體字？其中原因就因為自卑嘛，因為我真係唔夠抽啊，唔夠抽我就亂諗。結果嗰陣就得一閉。但係歷史開咗個好好嘅玩笑係咩咧？喺一個最冇可能嘅成功嘅地方，出咗一個成功嘅例子，就係最後嗰行。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歷史嚟，就係嗱，老實講。我覺得最有可能成功了，而第二海都應該算成功了。我竟然最後是一單由兵散出，沒有正式軍服的，而且是年青的，已經被人打到去山巔的一個小小的武裝政權，最後是成功的。我覺得這個是，如果真的有歷史的話，是對中華民族一個很大的玩笑，但都起碼是一個笑。好，失敗什麼呢？我要形成一個很強自卑感，一定是你試下失敗多幾次，你就知道什麼叫自卑。我以前都認為自己踢球很厲害的，後來我在球場上面走得多跑得少，幾次的球都在我手上之後，我就不會踢球，自卑感。講一講醜陋的中國人，這個都是其中一個民族自卑感的一個其中一樣東西。黑人呢，有沒有輸過醜陋中國人的？我小時候看的時候，哇，看完之後我傷心了差不多兩天，中國人真的慘。咁啊，見到咧就咩咧，就係、是、啊，中國人又亂又裝又愛鬥啦。咁好彩後來有冇輸個臭女入邊人？啊，我而家發現所有民族團都係臭落啲乜人？咁啊，你就見到咧，其實裝亂炒其實喺所有民族都會出現。即其實咧，拍人啲冇輸寫錯，佢唔係臭女中國人，係臭落的窮人。呢扎嘢全部係窮人身上出現，任何民族都有窮人。OK， 即但你記住喎，佢呢本書風行咗20年啦。影響一代一代，因為一種自卑感嘅情緒一路流落嚟嘛。尤其喺呢度咧，台灣、香港呢啲我哋叫做文化漂，即係文化花果漂零嘅地方，因為佢唔知道正式嗰個情景改變咗，佢唔知道。OK， 今日唔講呢啲。OK， 我自己一個講座啊，近呢兩年都講呢座，不過諗住攞啲相，嗰啲相太震撼。呢啲相入邊，如果你識到其中五個人咧，你近代史起碼80分；你認識到其中6個人咧，你近代史就70分，90分。你認識曬佢咧，你我拜你為師。OK， 嗱呢個咧係頭先講過啦。呢張相咧就係中國近代所有嘅變革最後成功嘅團隊，即係走出百年困局同千年困局最後成功嘅團隊就係佢哋。OK， 我唔講呢個。我想問一個問題，幫你翻去諗。中國革命最後成功咧，係發動農民農村單位城市。我們現在整個局面都知道了，所以我們就上帝的眼去看這件事。但是我都要問一個問題，這條路是最難的，因為覺醒一班人一定是最厲害的城市的知識分子，到城市的工人一覺醒第一步，你去搞農民呢其實最難，因為他們流族最多，組織能力最散，最難以去調配的。即我叫他示威，我都找一些大學生示威，我不會找小學生示威的嘛。在這個過程裡面呢，農民是分散的，農民是沒有紀律的，農民是貧乏的，農民是愚昧的，農民是不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為什麼這條路線其實玩過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都是這條路線。這個問題你回去想，為什麼中共會成功？我這個 有解釋的，不過我就不夠。我們今天看就是中共成功就是發動農民，城市化，但是這條線其實最難的嘛。同一時間就係農民其實係唔係好容易去組織噶咯？咁點解佢會成功？而太平天國同埋呢個義和團點解會唔成功？呢個係我有興趣你翻嚟諗下，我有答案嘅嗰個。好，唔好意思啊，咁啊時間關係，我哋繼續落去。
我自己的分歧，我自己的分歧，我自己的分歧咧就代表咧我对成个近代史嘅睇法。你睇完之后就知道我哋点睇啦。第一个阶段咧，我叫全面危机时代啊，呢个都系我作嘅啫，1840到1860，由1840开始打战咩事啦？咩事咧？就系清朝开始面对系全面冲击嘅，一啲冲击系原来传统嘅王朝都会面对嘅，尤其传统王朝去到200年都差唔多面对呢啲事啦，地方兼并。係嘛？即係農民起義或者咩都係咁嘅啦。但係佢有新嘢嘅，佢嘅新嘢咧就係、是、內部咧係太平天国各種嘅起義，傳統王朝人口膨脹、貧富呢個分化、組織力下降嘅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呢個係正常嘅。所有王朝去到呢刻都會面對呢個問題嘅，一定嘅啦，一定嘅。你只要將太平天国拎走，你又知道咩黃巾之亂啊、黃巢之亂啊、咩太平道啊，全部呢啲嘢嚟嘅，一樣冇分別嘅，呢個全部。这个外道是清代去到封建王朝去到中后期年代一定会有，但是他有这件事他就有千年问题了，即是这个 sorry, 这个是千年来都执着千年问题，百年问题，就是说第一次面对外道的三千年未有的文明冲突，是外道力量第一次走进来、这个力量，这个力量去到1860年是 令到清代京师沦陷，京师沦陷、同一時間兩三年之後，南京又淪陷喎。南京係太平天国淪陷啊嘛，佢哋北京係英法聯軍之英咯。你就要發現啦，喺呢個階段已經出現嘅情況咧，就係軍事技術喺啱啱戰爭第一、第二次，或者叫做英法聯軍之英，軍事組織、戰爭動員體制全部係輸俾西方。1860年咧，最頂峰就咩？北京淪陷，而北京淪陷做一個標誌，就代表呢個全面危機嚟緊啦。蒙满贵族时代结束，我再强调一次，在整个清朝的统治架构咧，佢系满蒙贵族的一个咧，系作为一个作为基础嚟。OK， 佢系通婚噶嘛两族。天朝第一次因为外道势力的影响，第一次天朝观念是受到冲击的，如果系内道冇所谓，天朝冧咗咪另一个天朝咯。但第一次发现，原来我哋唔系天朝喎，呢个好麻烦。嗱，但系好啦。近代史的划分是六件事，六个时代，三起三落，这个第一个是叫做第一个落。第一个起就是自救，1860年到1894年，这个很多书都这么分的，就去到那个甲午战争。政局稍微稳定，第一个就是以慈禧，我不知道你对慈禧怎么看，但他对稳定晚清的局势是有帮助的。以慈禧为代表王朝的逐命者，就是他找到方法去延续他的生命。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錢點嚟嘛，錢點嚟就是海關和 HSBC 嘛，係嘛？呢兩個解決到很多問題，即係話佢唔使傳統嘅收地方税嗰種咁簡單，佢係通過現代嘅收税方法去解決一種錢點嚟。地方就以增左、李、張等等等等，你就發現漢族喺呢個時候再重新崛起，滿蒙架構崩潰咗，漢族重新崛起嚟。在朝鲜嘢咧，系要向洋人学习啦。洋务运动咧，其实有成果，水得唔成果，水得喺度招商汉族喺度，系咪开唔开心？招商汉族喺度，然后就各种起义咧，系基本平息嘅，即系太平天国最大镬嗰个已经平息咗。财政系比传统，哇，这个需要讲，去到传统王朝嘅末期咧，通常财政系越嚟有压力嘅，最后崩溃。明啊、宋啊、清啊，全部明啊、宋啊，这个汉都咁嚟。但系因为呢度咧有洋务嘅支撑咧。反而佢好中後期個財政唔差嘅，滿清個財政係頂得順嘅。OK， 然後最重要，列強喺呢個時候開始就互相制衡。第一個，英法係滿足於半殖民化，即係話佢連殖民地佢都唔想要，佢半殖民，佢要勢力範圍，佢就係想建立勢力範圍啫。OK， 佢建立咗勢力範圍得嘅。英國同俄國咧係陷入咗歐亞萬里嘅大博弈，咩意思咧？就係英俄喺歐洲地方。在中亞、在東亞同一時間競爭，英國需要扶植滿清去對俄國，所以佢苟延殘喘。但你要發現一樣嘢，就係同傳統王朝唔同，就係外部勢力深入咗中國領土嚟嘅，係咪？喺呢個過程入邊 ，OK 嗱，中國嘅地方亦都損失巨大嘅，因為俄國俾人偷俄國嘅土地。唯一嘅好嘅好處咧咩？左宗棠咧係新疆咧係保衞咗香港中國領土完整。呢件事喺當年冇乜重要，但係喺幾十年後你就發現係非常非常重要。因為而家嚟講，新疆同埋西藏係中華民族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屏障嚟，最重要的屏障添。然後洋務運動咧就，但係亦都出現問題。
就是在一样没运动的时间，俄日两个次三等的西方列强，东西方列强，他自己都改革，而且改革得比你更好。这个时候呢，俄国开始废除了呢就是农奴制度，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他两套都做得比你好。结果就大我一点，但这两个人呢是将来这套戏里面的重要角色，拿你命的两个人，而他做得比你好。如果这些人做得好我没所谓，但这两个人做得好，即是说呢，即是我们在改变，但人家改变更快。改革的力度呢是比中国，所以近代史呢，他这两个国家由于改革成功，相对成功了，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后来远超英法，远远超过英法，亦都令到中国近代史怎样系统系统失败。然后呢就是地缘因素和两种，最后国家的一合我对中国威胁呢逐步 取代的英法。这个是我自己的概念。这张图大家看一看，这张图呢就是英俄战争的图，这两个国家是中国领土上打仗，而日俄对中国在后代后面的影响，应该这么说，俄罗斯的影响是直到1989年他自己崩溃的，1991年最1991年他自己崩溃，日本就算了，日本就后来是美国另一件事。好，第三阶段就是第二次跌，就是我叫大崩溃年代。你看到年份，很多人会1911年，但我说的年份是1916年。1916年发生什么事？考下你们近代史先。1916年6月6号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死了为什么呢？就是1916年袁世凯尝试帝制。这件事大家现在就嘘他了，但这个是代表什么？是中国完整的整个朝代崩溃了。他尝试帝制失败，就是说大一统的概念崩溃了，这个才大祸。你相信那件事2000多年突然间没了。好了，第一个甲午战争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之前所有30年的社会运动的代表都崩溃了，崩塌了，是崩溃了，即是没用，完全没用，即是你所有成果没用。慈禧集团进去的失据就是做酿成八国联军，然后做了大祸的后面东流不保，后来的这个地方不是国据的南商。清王朝崩溃灯亡，地方国据，我写得清楚，清王朝灯亡，他已经灯亡，亦都是代表了什么呢？在甲午战争之后代表了，如果是跟俄罗斯抽的话，英国人宁愿相信日本人都不相信你，你的利用价值都没卖了，所以才放任你崩溃吗？更深层次的崩塌呢，我是特登写1960年，因为代表了什么？中央传统的集权王朝的完全崩溃，因为最后建制帝制失败，清朝崩溃再加传统帝制崩溃，就等于中国民族原有政治就完全崩溃了，就大祸。所以你就会出现的情况呢，就为什么后来会酿成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就是因为原来所有东西都不行了， work 不 work 了，完全不 work 了。所以其实中国近代革命是没得选择的，因为你根本就不 work， 所有东西都不 work。 两种，清王朝登去算了，传统治乱兴衰崩溃，因为新王朝上咯，新王朝红朝，是不是红朝？ sorry， 袁世凯元朝，元朝洪世凯建立洪宪的嘛，袁世凯失败的话，即证明所有原动的方法全部失败，所以才酿成五四年之后，即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等等等等一大堆东西来。好，继续一战的消耗呢，就令到英法在中国的影响力相对日俄得以下降。你就会发现呢，英法由始至终都是中国人谋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日俄呢是安全，国家安全即是建立他的国家的势力范围和屏障，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麻烦的地方。这个时代是一个转折，原来的英法就是要钱的，这两个要地要命已经来了。第四个阶段，中国自救的第二部曲，1916年到1927年就是寻求更激进，就是说传统不行，我们要更激进。更激进的方法就是什么？辛亥革命，如果我们今天看辛亥革命，它是一个是政变，它其实是一个政变，传统王朝出现过无数的政变，他尝试去转化上层的，即是上层的架构有边的全部剪到边算了，他的结构没有改过，尝试这件事。结果呢就现在去到更深层次，就是动员工农去改造社会，甚至去改造传统文化，将意识运动。那我想要很激进，包括是什么？放弃了繁体字，甚至老水讲的汉字得灭就中华文就什么什么一大堆，是不是？传统的东西全部垃圾，垃圾。
你強入邊咧，就係由經濟嘅影響咧，去深入到組織術同埋意識形態。咩叫組織術咧？黨嘅設立，中共同埋後期中後期嘅中國國民黨，全部都係根據聯共嗰度做法噶嘛，黨中央嘅做法嘛。意識形態價值，即係話咧，西方列強嘅影響唔單止係錢啊，係思想、意識啊，意識形態大規模深入嚟。然後咧，文化革命咧就係外來革命。因為事實上是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內部需求，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十月革命成功，蘇聯的十月革命成功，然後英法就退出第一線，完整得日本、蘇聯、美國就走上最前線了。在這個階段來說，中國國民黨去到這個階段，中國能夠即是救中國呢，就只剩下兩個最有實力的代表，第一個是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呢，就孫中山在晚年的一個是很大的改革。这个必须要讲，孙中山早期一直都推崇一种就是传统的议会政治的，一直都是这样。OK， 去到这个阶段的孙中山就已经不相信，他要相信军事，相信武力，相信重新的党组织，要重新组织翻个党出来。那你就会出现咩黄埔军校啊、中国国民党殿啊、咩中常委啊，全部都系呢堆嘢出嚟。所以其实他晚年啊，孙中山晚年是作他人生最后的一种是改革命里面的最后一击，就是这一击。所以你就会见到一个很极奇特的情况。国民党独立呢，其实是以广东一省的力量为主。而当时呢，什么奉系啊、直系啊、这个管系都很强大的嘛。竟然是完全不够国民党一省的力量凑。记住哦。黄埔军校你今天看到很厉害，是吧？但你有没有留意一个问题，黄埔成二十几期的，因为黄埔一期读半年而已，读半年而已，黄埔军校读半年，那这些人怎么来？读完书之后在战争上面学习，所以黄埔最厉害是四期，因为真的遇到不伐的，所以黄埔四期最厉害，黄埔后面那些越来越弱的。黄埔军校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军校，但因为它有信念，有组织，然后他竟然能够打到去北方，这个其实已经是近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我们尝试在内部的一些组织是成功而突破了出来。不过1927年为先，27年呢，蒋介石清党，蒋介石清党，我认为虽然我对国民党了，我觉得是推翻了孙中山的马其顿线，走回去以美国地方勢力控制為主，江浙勢力控制為主，所以這個是轉變來的。簡單來說，國民黨如果依翻上面那條路是會成功，但是老實說，共產黨前期的成就和失利都是因為共產國際，前期的成功都是，但是如果不脫離共產國際，中國革命很難成功。所以長征的影響就是令到中共走出了共產國際影響，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大家记住一点，我们在概念上成日以为是苏联一定支持共产党，其实苏联不是的。如果在1945年、49年，即是当时共产党南下过了长江的时候，当时的苏联大使是跟着国民党去广州的。反而美国大使是不走的，故事是这样。不过这个另一件事不讲。在这个转变里面，我有一个人要介绍大家。孙启革。孙启革1931年，我在查资料的时候突然间找到这个人，突然间他是德洋的内政部长孙启革，在1931年讲了两番说话，这番说话我觉得哇劲劲，真的劲，他讲了两番说话，他说什么呢？中国内战呢主要是靠三样东西，武器、银元即是钱和主义，银元不如武器，武器不如主义，即是主义最劲。嗱，呢個係知識形態同組織嘅部分嚟噶。我德陽只有武器，人員既少，主要全部有過氣之雄，即係過氣式啦。以前叻嘅，而家南京即係而家嘅即係蔣介石嗰個啦，有人員有武器，略有主義為當下之雄耳。佢解釋個近代史嘅其中一個密碼。吳公子15年後。三一加十五，估下几多年？有武器，有坚定主义之共产少年，恐为中国之雄耳。犀利啊！1931年，
亦都解釋咗其中一個近代中國最後能夠突圍其中嘅原因。我繼續講落第五階段最淒涼階段啦嚇，最淒涼階段就1927到1942年嚇，就係包括咩咧？國民黨自彈啦，啊，即係呢個1927年嘅清黨啦，自彈啦，最後一個轉變啦。共產黨幾乎全滅啊！啊，即係尤其喺長征嘅後期就好聽嘅長征啦嚇，去到延安幾乎全滅嘅啦，去到一個反同戰。咁即係話咩咧？就係話中國最有希望嘅兩股力量咧，都失敗咗，係咪？都失敗咗咩？咁咧，我哋咁睇噶嘛。然後就1941年咧，德國入侵蘇聯，蘇聯兵敗山倒，咁就會形成咧，如果係繼續發展落去咧，日本同埋德國將會喺蘇聯或者喺中國嘅國土裏匯合嘅，係咪？諗唔諗到啦？啊，諗到匯到匯合啦，啊，即係匯合。咁即係話基本上冇得搞啦。當如果係咁嘅話，美國會唔會參戰就兩件事啊？即係大家唔好真係。然後1941年咧，就係日軍係對華德嘅中共根據地咧係瘋狂嘅掃蕩。嗱，呢個亦都係問題就咩咧？就係，是，如果我哋當中共產黨係呢段階段其中一個主力代表嘅話，如果1941年日本嘅掃蕩成功嘅話，即係將你主力代表洗落去，你就永遠冇得翻身嘅，其中一個力量冇得翻身。毛澤東嘅突破咧，本身就會形成到今日嘅影響。佢靠幾樣嘢，第一個就係一個叫我叫準軍事化政權。啊，直到而家中共都係一個準軍事化政權嚟。OK， 嗱，呢個冇任何嘅多或者變啦。黨嘅絕對領導、組織原則、農民為主體開展革命，即係佢用呢個方法應對翻呢樣嘢。喺長征年代咧，共產黨其實好轉變，最重要就係本土化出現，即係我話山溝裏嘅馬克思戰勝國際的馬克思，形成咗中國特色嘅共產黨。呢個係同之前係完全唔同嘅，啊，完全唔同嘅。然後咧就係人類咧就係進入咗工業大屠殺年代，喺西方嘅就出現咗咧就係納粹對猶太人，喺東方咧就是，日本人對中國人。嗰種即係工業體啊，因為個工業體就係以前殺人咧就好難大規模殺，係咪啊？雖然我成日見到咧呢個秦王咧慳殺二十個趙兵，我都唔知點慳殺。你睇下納粹又即係點啊？工業化殺人係咪？一個大爐幾十人、幾百人、幾千人放毒氣就得啦。日本人都差唔多做呢啲，係一樣噶嘛。中國喺呢段時間咧，可能咧係被日本吞併，更有可能喺戰後咧，絕有可能咧。是變成美蘇瓜分，絕對有可能。因為點解咧？戰後嚟講咧，你知道美國勢力嘅，而中共想要奪取全國政權係需要蘇聯支持，絕有可能就變成一個隔江而治嘅，北面係共產黨，南面係國民黨嘅一個政權。咁就完成唔到咧，我哋其中一個最大使命就係打一統啦，係咪 ？OK， 嗱，呢張圖又翻嚟啦。最惡劣嘅情況，中國就係咁樣。日本要去到1941年，佢唔發動太平洋戰爭，停咗嘅話，佢冇呢忽啫。但係到呢忽，雖然日本仔都好傻嘅啫。佢如果呢嚿嘢可以長期固化、建化嘅話，因為點解咧？喺歐洲發生大戰啊嘛，美國要參與歐洲大戰嘛，咁佢正常做法就係緩和同日本勢力嘅嘛，咁就承認日本喺中國勢力得嘛。所以就好神奇，我真係覺得真係中國人係真係九死一生不離咧，又真係命不蓋絕嘅。如果唔係咧？我哋今日面對版圖就係咁樣，然後我哋可能就呢度咁樣。好啦，日出時代，你見到最後一個年代嘅時間停點喺1953年。1953年係咩日子咧？朝鮮戰爭嘅完結。我認為近代史完結嘅年代就係朝鮮戰爭嘅年代，因為完成曬我哋之前所要求嘅所有嘢。喺呢段年間嚟講咧，就係42年就係美蘇喺歐亞都贏啦嚇。美國蘇聯喺嗱呢個係一個歷史之謎。我到而家都唔明白，如果近代美國發生嘅幾件戰略性問題咧，其中一個最嚴重嘅就係1945到1946年嘅時候，冇阻止中國內戰，冇阻止共產黨統一中國，冇阻止中國打統，形成咗幾十年之後呢，這個崛起成一個超級嘅對手喺佢面前出現。佢可以，因為當時發生咩事？柏林危機，佢哋用咗大量精力去對付柏林危機。而竟然冇阻止共產黨統一全國呢樣嘢係好傻啊！因為你一個強大對手出現咗，中國柏林危機呢年間完成咗三大戰役，一年其實一年之內完成咗三大戰役，重新打一統。中國歷史上咧第一次嗱，我要咁樣判斷，係叫現代化嘅第一統。第一次中國嘅第一統咧，所有嘅國家嘅力量係進入咗鄉，進入咗村，
進入了任何一個人是完全不同的，是大家同齡。第二呢，就是中國定義在抗日勝利但淪為美蘇勢力範圍，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形成了一件事。就是因為點解呢？大家留意一件事，中國在抗戰勝利了，但是中國是其中一個抗戰勝利了之後呢，唯一一個戰勝國是沒有土地，都叫做外蒙古，沒有嘛。中蘇條約之後就劃分了嘛，即是國民黨簽了中蘇條約嘛，他是唯一一個。所以其實勝利不代表勝利，人家都不認你勝利的，他避免了這件事。這個是將來如果有機會再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產黨的半軍事化政權的複雜化和擴大化。 OK，繼續這件事，這句說話後來再說。朝鮮戰爭取得成功，成為世界上第三個強大政治力，並且具有獨立性，中國民族的統一獨立。 OK， 好了，好，時間關係，中華民族的現代建構，我認為是通過幾件事去，我們其實要記住一件事，就是我們認自己是什麼族、什麼人，其實很需要就是一種建構的歷史的過程。第一個就是這個辛亥革命，是上層社會建構，即是什麼意思呢？他們不再相信皇族了，他們只是相信一個現代化，一些合理化的一些現代的東西，但這個只是停留在上層的分子階層。共產黨的長征是將很多的共產主義的概念帶去中國邊遠邊境的地方，由此形成一個是更大的社會民族的內部的重新建構。這個是長征。如果你說這個抗日戰爭唯一的好處，或者好，即是抗日戰爭，中國人做的可能不好吃。Zoom 的有，人開了麥克風。怎麼？我觀眾其實我很多問題，最後我一個人說完。不好意思，行不行？ OK， 好。抗日戰爭裡面最重要就是塑造了中華民族出來，因為中抗日戰爭之前剛才說過，就是八國聯軍的時候很多北京人去幫列強抬槍，抗日戰爭開始形成一種中華民族的共同對手大敵，我們要共同應對它。所以當時蔣介石地無分東西南北，連不分男女老幼皆有手套抗戰之責，或多或少會建立這種信仰出來，亦都係解釋咗咧點解日本人咧喺最初認為佢好短時間贏，但係最後佢係墮入咗一個咧係民族戰嘅泥漿入邊咧。其中原因就係因為喚起咗一種民族嘅共同信仰嘛。而我覺得中華民族嘅最後一個，最後一個咧係朝鮮戰爭。中華民族現代轉型最後建構成中華民族概念，即是新的中華民族概念，就是朝鮮戰爭。因為有一個戰勝，當時一個差不多是外星人的，不是戰勝，戰和差不多是外星人美國的一種信仰。 OK， 好，時間關係，好了，我們講下意義了，時間關係。 OK，對不起，問題，中國人有沒有通過年幼級的考驗呢？有沒有通過這個年幼級的考驗呢？考試呢？我們現在中華民族是依然是史上版圖第二大，史上版圖，而這個是貨真價實的，因為它劃定的嘛。人口歷史上最多，而這人口不是滿清四億農民的人口，是工業化之後的人口來的。 OK，這個很多很多很多數據。中華民族如果現看近百年，其實在所有的大民族來說，它都面對了現代化的蜕變的，而且很多國家是失敗的，包括大英。紅色的就是大英帝國的版圖。 OK， 今天大英帝國的版圖我相信就來沒有這個了，還有沒有這個的。 OK， 他都經歷不到，他經歷兩次大戰之後，一二戰鬥大英都崩潰了，大英帝國崩潰了。法蘭西帝國最強的，法蘭西帝國當年最大的，法蘭西帝國是這樣的版圖，現在法蘭西帝國就在這裡。當然他還有一些是印度洋、大西洋的島國的。 OK，蘇聯，德國最勁的版圖就是這一刻，1943年倒到德國是這樣的。 OK， 沒了德國，現在沒了。日本1940年的日本，是不是日本收回去了？奧圖曼帝國800多年的奧圖曼帝國曾經是這麼大的，曾經是這麼大的，現代化之後
而家就得翻土耳其乜啲舊嘢啦，同呢度呢個一期，即係火雞變翻火雞。大清大清，其實諗一諗，我哋唔係好差啫。望清有啲係咪？唔係少好多嘢啫。喺領土上，我哋其實唔係輸好多嘅。即係話依呢個煉獄級嘅考驗咧，其實我應該輸到負甩嘅。但如果睇領土咧，我哋唔輸好多啲子子嘅。當然啦，有啲人係即係異人係咁，希望中國版圖出嚟咁大啦。唔知啦，唔知。第二就係中國嘅 GDP 咁啊，事實上嗱，你見到啲更多反升啦，係嘛？即係經濟上翻翻嚟啦。2015年嘅呢個係著名嘅經濟學家啦 ，Stiglitz 咧就講咧就係喺 GDP 嚟講咧，即係當 GDP 嘅 PPP 咧。2014年已經世界第一，2015年已經世界第一㗎啦嚇。咁呢即係重回世界之巔啦，係咪做到啦？咁中國經濟咁呢啲啊，1921年、2020年咁多呢啲數據嚟嘅啫啊，未完喎，佢唔單止有錢喎。中國制度咁啊，呢個識唔識㗎？識唔識㗎？哇！我諗唔炒股票唔識佢啊。炒股票咧，通常大家比較熟咧就係巴菲特。呢個巴菲特嘅同伴啊，即同伴即係投資啊，即係投資啊。Charlie Munger 佢咧就係90几岁，比巴菲特仲要大6岁。佢講一句説話啊，最近訪問裏邊有個訪問 CNN 嘅訪問，佢就話咧就係喺一個制度嚟講咧，能夠喺繁榮停下腳步咧，而等待崩潰咧，我欣賞呢點，所以我欣賞被外聰明，佢指中國制度啊，指中國制度。咁啊，呢個係一啲比較有見地嘅中人。2012年嘅中國嘅 GDP 入邊嘅工業生產總值啦，我哋由農業國嘅工業國啦。我哋工業產值係代表咩咧？工業產值係代表到中美國加日本加德國之外，仲要多。有咩用咧？嗱，可能同我講冇用，但係你記住，戰爭年代如果二戰大戰嘅話咧，日本輸俾美國，其中原因就是美國嘅工業生產能力。而家最世界上最強大工業生產能力就係中國。有咩好處咧？戰爭年代你就知嘅。而家嚟講，譬如以鋼為主咧，我哋係一億噸，全世界排名第一嘅係中國，排名第二係中國河北，排名第三係中國嘅唐山。排名第四是中國漏道的鋼產量，第五先是印度，即是話咧，我哋完成了由農業國去到工業國的轉化。呢、這個哈佛認為啦，總之我哋制度轉化的成功啊，咁啊呢個係當時非洲人咧，即係非洲即係聯合國有個即係美國有個調查啦，就話非洲開始學習呢個中國嘅制度啊，咁啊 OK 啦，係嘛呢個？这个是教育国际识字率 PISA 这个是每几年公布一次呢，就全世界即是啲中学读书能力，即是不是最叻嗰啲，即是普遍性排名第一是中国上海，第二是新加坡，第三是这个澳门，第四是香港，咁即是都 OK 啦。未完咯，这个是过去差不多是30年全世界的这个呢是绿化最成功的，见到最大波见到啦。Okay， 即係佢唔單止有錢喎，佢仲有個米喎，仲做得好喎。呢個係中國過去6年嘅一個 PMI， 即係話咧空氣入邊 PM2.5 污染指數。以前我哋去北方好大鑊嘅，而家你喺中國就好多綠嘅，好多啦。呢個係中國喺全世界嚟講咧，2019年嘅申請呢個咧係知識產權嘅申請嘅，咁啊比美國仲要多嘅。呢、這個仲勁。呢個係全世界最 top 嘅一個咧，科學雜誌上邊發表論文嘅引用量，英文發表喎，排第一中國，啊排第一中國，英文發表，啊真係發表，未即係好多嘢咯，好多好多啲。啊，我哋所處喺呢個年代，所以我哋好開心。好，我明完啦嚇，我認總結啊，總結幾句啊。第一個咧就係中國近代史咧係中國民族現代生產嘅重構嚟，我覺得係嗱，而呢樣嘢從來未出現過，所以好難嗱 ，OK。嗱，呢個係中國兩個字第一次出現嘅地方，河川啊嘛，係咪？影響到嘅，影響到嘅，中國第一次出現嘅，第一次出現中國呢兩個字就喺呢度。咁呢個其實咧，老實講，以前中國概念好多嘅，包括係一個地方嘅名啦，包括一個咧係一個國入邊嗰個地區啦。但係作為一個真係民族建構嘅概念咧，其實係由現代開始，由晚清直到去，我認為啊，1956年就叫53年就完成。中國歷史上咧，近代史係最波瀾壯闊、最九死一生、最曲折跌墮嘅奮鬥史嚟，我會咁睇。OK， 古老嘅農耕民族咧，通過革命咧，再生，走向現代化個歷程啊，即係話咧，佢幾多嘅淚水、幾多嘅挫折、幾多人命損失咧？如果最後結果係咁咧 ，OK 嘅，我覺得 OK。
佢先啲嘅後洋經歷咧，表現咗中華民族最好流同最偉大特質。喺呢度嚟期間，我哋出現大量大量大量嘅漢奸，出現咗大量大量大量即係古怪嘅污糟邋遢嘅事。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好多人為咗呢個理想而奮鬥而死。同一時間你見到呢樣嘢，因為一個大嘅轉折嚟噶嘛。即係好簡單，股災你就發現有啲人係性格咁，有啲人性格咁。OK， 最後一個，最後一句，前段嘅衰落嘅碎裂有幾悲傷咧，後段嘅復興歸來就有幾震撼。OK， 好啦，可以。我意思係過咗嗰個時間。冇冇冇，啱啱。啊，得嘅得嘅。有十分鐘。嗱，真係一個好散嘅一個講法嚇，即係只不過咧，因為我哋細個讀嘅中國歷史咧，近代史好悲傷，好悲傷嘅讀，即係我讀嘅過程，因為。中華民族嘅花果飄零啊嘛，係咪嗰套嘢落嚟啊嘛？咁但係如果你係真係打開成個歷史去睇咧，佢入邊有好多好多好多值得去重新去發掘嘅地方。OK， 有問題？好，如果聊天室嘅同工有特別提問咧，可以喺聊天室度提出啦，或者開麥去問邱博士嘅。咁啊，邱博士今日個講座內容咧係非常之精彩，都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咧，係即係。去做一個延伸的支援咧，係喺教近代史的過程入邊咧，有些地方我哋可以消化完咧，再係俾翻學生去知道嘅。咁如果有特別問題的話，可以在聊天室啦，或者係開麥嘅。咁如果實體現場的如果有提問嘅，都可以歡迎提出。等一陣，喂，等一陣，我幾多時候想瞓？冇冇因為太大啦，題目我覺得係，即係要講好，即係要講指出問題好。有冇啲問題想聽啊？唔，真係冇啊。邱博士有同工問我，可以攞到你呢份簡報。哦，可以可以隨便。好，稍後我就會俾翻同工嘅。補充下先，因為後即係一個月後咧，我會去呢個中山紀念館咧，都係講類似嘅。咁就所以咧就今次第一次咧就喺阿梁主席嘅邀請之下咧，我就即係試講。咁啊，如果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啲咩改善咧，就可以同我講翻。因為我相信咧，在座好多係對中國歷史有了解嘅，無論老師啦，無論同學都係。咁啊，但係我下次咧就會對住一啲咧係即係香港市民，咁可能會做一啲淺化或者深化。咁啊，但係呢個過程當然啦，我哋開咗個好重要嘅一個討論點咧，就係、是、去評價人物同事件，即係譬如好簡單，你要問翻我，咁蔡元培就咁蔡元培，你點評價佢咁啊？即係呢個，如果你要評價就你，所以我頭先將我自己抽得好高、好空、好力去睇呢件事，而唔係話咧去瞄住一點嘅。瞄住一點就好麻煩，因為每一個人物又係中國近代史有貢獻嘅人，通常都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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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禍害，同一時間並存。OK。李老师有问题吗？谢谢，让我重新唤醒了对历史的一些记忆啊！我虽然学的，但是已经其实很多都还给老师了，我觉得非常精彩，就是最生动的一次，就是我离开学校这么多年，快40年了，我觉得太受益了，谢谢邱博士。那有问题吗？我不光顾专门一门心在听了哦，那里。你来代母从军啦！我都想啦。点啊？问一问题啊！翻到头先嘅问题咧，毛泽东咧点解会领导？哇！呢、這个好嗱，呢个好有兴趣喎。我哋去翻呢度，呢、這个问题其实我避免咗讲嘅。其实咧，我咪讲过啦，我喺呢个讲座入边咧，其实系解决紧呢个问题。呢、這个问题我都好想知道。即係呢個問題，我都好想知道，就係話我哋，即係話究竟，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如果一個睇一場戲咧，所以呢場戲咧就係呢個編劇咧，基本上已經將所有嘅死門都寫咗出嚟，然後突然間爆咗一個黨或者一個人，佢喺最無可能嘅位地方發咗力，然後一下就掹翻成個故事出嚟。如果我哋睇咧，我就向呢個編劇嘅亂嚟嘅呢個。即係佢淨係開上帝視野，然後解決問題。毛澤東喺嗱，我哋去翻呢度啦嚇，呢度，唔知喺邊度。sorry 啊，喺呢個自救嘅，我一時唔記得咗邊一頁添。
喺呢度，系啦呢度。即系我点解毛泽东会成功？点解毛泽东会成功？我自己会谂一个即系。真的很複雜，我很簡單去講幾個概念。是不是那時候的大環境是特別差？即是美派誰同意和平？跟住呢？那為什麼是你？為什麼是你？為什麼信你？我已經被你騙了無數次的了，又革命又什麼又麥當勝。我會這樣看的，就是我們分幾樣東西講，就是在毛泽东的解释里面，他即是中国近代革命，他是三个法宝嘛，三个法宝嘛，党组织、统一战线和这个战争嘛，是吧？应该其实你发现这个三个法宝就是对着全个社会所有人能够争取的，成为我一部分的，令到强大的，就是党组织。不想完全加入我们的，但可以争取的，就是统一战线。你阻住完全阻住革命的，就是軍事政變。我即今天來講，我們沒有時間講，但我覺得呢最大不同呢，你就發現呢它跟太平天国和義和團有個最核心的不同，最大不同，在整個革命來講最大不同，還有之前不同，就是它成功地吸納了一班最當時來講最堅信、最視死如歸、最有犧牲精神，形成黨組織的一部分。而這件事太平天国和義和團都沒有，因為它是傳統的，這種是起義丁來的，分丁而已。即是說什麼呢？在這個整個革命的過程裡面，它為一個革命的行為賦予了一種理想。而這個理想是因為很簡單的一件事，我叫你死你不會死，但是我為了一件事，這個三個人願意為這件事死，你就會被鼓動。即是说在这个过程，这个当然是其中一种，其中一种，即是有很多很多很多方法，但是这个其中一种就是通过一种是近乎是一种牺牲，或者是近乎一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种党组织结构。它是能够最得闲到你不跟它你都信它，你不信它你都不敢跟它抽，是吧？即是这样，即是这个其中一个分析。当然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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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都要赞，即他能够捉到几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即是无论在长征的过程里面成功能够重新掌握权力，去到延安的能够建立个地盘，能够借助英美矛盾或者美苏矛盾去壮大，最后是能够不理苏联的阻止去统一全国，这件事亦都是他难得的，即是捉到的事情。事实上如果 你要其中一件事，去到整个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的中后期之后，基本上整个国民党的中层、中下层都被渗透了，所有理想的全部去了，其实就是这句而已，就是这句而已，就是他而已，就是这句说话而已，回来了，就是他而已。你就发现了，所以最近有一部电影就叫做《悬崖之上》，有没有看过《悬崖之上》？张艺谋那部电影不好看，不好看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从来不相信日本治下的哈尔滨入面的特务呢，他有这种理想和共产党的理想，不可能的。就是说当年来讲，去到四十年代，因为近代中国真的太凄凉，结果很多人愿意为他死，愿意为他牺牲，形成一种很大的思潮。而这种思潮是完全渗透在国民党的党里面，当然还是很复杂的。有兴趣的话呢，我们找人去讲一讲这个，因为会有一个比较总规模去讲。我讲到这个，是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这班人会成功的，你看到这班人会成功。 OK， 好，有没有问题？有一个了，是吧？所以呢，如果我再一个比喻，近代史就是做了一个呢超高难度的一个剧情的设置，然后经历过无数次失败，竟然在最后是大部复活的，而这个大部复活呢说都不信，所以很多人现在都不信，说都不信，突然间会崛起，怎么会做到这个？因为是千年和百年问题叠加呢，你要在一个这么难的地方处理，很难。朱德有问题，我再一个问题，所以你来。刚才你不是念了一个，你说失败有好十几次的十几次的失败。那我想问一下，那些其实是一些
係全國性的失敗，因為當時嗰個信息傳遞唔應該好似而家啊咁發達。哦，咁根本唔係，其實喺一個局部嘅地方嗰度經歷緊一個。係，但係你見到都係所有都越嚟越大。嗱，我哋對舉例子啊，太平天國其實發生喺中國嘅南部啦，係嘛？嚴格嚟講，長江以南啦，係嘛？洋務運動係主要其實係北方同埋沿海省份啦，係嘛？清末新政，清末新政最大影響就係冇咗科舉嘛，冇咗科舉全國性喎。係嘛？冇科舉，你知道我哋癲咗㗎嘛？唔俾我哋考 DSE 喎，仲癲。袁世凱復辟帝制係北方嘅，但係呢個係上層結構嘅一個總燈區。國民黨嘅西方議會制係南方同北方嘅政權嗰、那個嗰、那個統治嘅。民間聯省自治全國㗎啦。嗱，你就會出現大量名字嘅咩馮玉祥啊，咩管系啊，馮系啊，乜系乜系。新文化運動最初係沿海嘅，最初係沿海，但係新文化運動後來去到四川啊等等等，一路落去，一路落去。所以你看到個滲透力越嚟越強嘅。孫中山晚期路線咧，係由廣東開始，然後衝過北伐咧，最低限度喺中華十八省係做到嘅。然後馬克思發動農民結合嘅地方政權，所謂嗰政權江西嗰一帶咧，係嘛，都係南方嘅啫。然後英美勢力咧，主要係浙江一帶。OK， 下邊咧就係江西嘅，下邊呢個咧長征咧，基本上係整個中國嘅南部、西部同埋北部嗰啲地方。即係話咁多之後打散曬咧。就你可以咁講咧，就係、是、當然你可能全國都係咁樣，但係實際上大部分人都係有呢種嘅，即係你即係實在太多次失敗啦。即係好簡單，我創業咗十三次我失敗，我點會相信第十三次？而且第十三次仲呢班人添，係咪？即係連制服都唔知有冇嘅，然後就只有理想，就咁。所以呢種樣嘢咧，係就係到而家都影響大。即係我哋話都話少，我哋對外都有自卑情緒。而今次咧情緒就係因為近代好多好多失敗，然後我哋要不斷，即係我哋都唔相信我哋有冇真係有呢種力量，啊，成咯。OK， 好啦，好，唔該曬大家。好，咁今日就再一次多謝邱博士嘅分享啦。咁我哋嚟緊咧，咁我哋都會有其他系列嘅一啲嘅講座啦。咁我哋6月18日會有我哋協會顧問馮堅樂博士咧，會分析一個就係國共關係嘅變遷史。咁啊嚟緊之後，我哋都會邀請到咧彭淑敏博士啦。范永聪博士啦，同埋包括我咧，咁我亦都会分享一啲关于喺教学上面咧，同埋一啲教学上面嘅延伸嘅。咁希望各位同工咧继续多多支持。咁再一次咧热烈掌声再感谢邱博士今日非常精彩嘅讲座内容，系啦，多谢晒，系。好，咁大家可以离开嗰个连接噶啦，系啦，唔该晒。好啊，呢、這个我迟啲地方就系咩俾你啊？哦，系喎，我哋影张相啊，喂，难得我哋喺度影。